今天来晚了，今天稍微来晚了点，欢迎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来了来了啊，晚上好，欢迎大家走进纯技术主播的直播间。哇塞，咱们陷入循环了，欢迎大家晚上，欢迎萍姐，欢迎 JJY， 欢迎余辉，欢迎脸领青，欢迎鸭，欢迎不是每个人都叫小黑，欢迎云自身，欢迎夏菊，欢迎山东车有车银优，欢迎果果不哭，欢迎37.2，欢迎11月，欢迎 VURIAL， 欢迎安南，欢迎对娱乐电脑，我明天给你换掉，给你13，欢迎大大怪，欢迎13，欢迎名字好难，欢迎大大怪，欢迎这个生命字，欢迎江河，欢迎去多多，欢迎樊若晨曦，欢迎飞机，欢迎十里沙，欢迎晚风，欢迎11月，欢迎葡萄味可乐，欢迎三弟室友，欢迎欢迎欢迎废话马戏水，欢迎小陈，欢迎狗的是静茹，欢迎小爸爸，欢迎 Clash， 欢迎锦，欢迎米奇奈，欢迎锦，欢迎黄，欢迎九九，欢迎来不及，欢迎爱吃水果，欢迎中卷鸟归西，欢迎 A 梦小宝宝，欢迎一头说话，欢迎会串小星星，欢迎星星，欢迎八。0825，欢迎愿与愁，欢迎 TIMO， 欢迎晚风，欢迎幽人，欢迎精灵，欢迎旭帝，欢迎韭菜盒子，欢迎彼此棒棒，欢迎想有个小豹子，欢迎神经病，欢迎做，欢迎焦大鱼，欢迎欢迎真真，欢迎不习惯，欢迎遇事不决口吃风，欢迎木木兮，欢迎大家。好了，这刚开播，咱们先去白位赛整两局热的时候，再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局选择白位赛啊，烦死了。热热手，再来一局吧，来一局热热手啊！电脑真的是，电脑刚死机的。欢迎大家，晚上好！你们说热门说到我直播间里去扣一啊！欢迎大家！直播接下来已经来到了3000个人，哇，3000个人啊，哇！欢迎大家！晚上好，欢迎小杨零食。应该没问题了，电脑应该没问题，我要重启了一下，刚才全部死机的，吓死我了。来了啊，欢迎大家碎碎念，左上角给大家放个全抖音最大的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全抖音最大的福袋在屏幕的左上角，欢迎大家。来了啊，刚才出了点小意外啊，电脑突然死机的，刚才就因为你们给我选那个垃圾车选太多了，电脑直接死机了。这电脑检测到满屏的这个紫电啊，新手赛车直接是罢工了。稳住！今天的手感依旧这么丝滑，抓着最佳路线，做的顺侧，侧身拉手，双三 L 甩。技术主播不走寻常路，顺车拉过来，再顺车断空飘的客落地车身，在我冲线那一刻来，这把冲线直接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局选车排位赛，欢迎大家。我直播间5000人了，哇，真好。来了。来，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局选车排位赛啊！欢迎大家，顺车再车拉过来，双杀甩，这把输了，顺车再拉，牵引弹射，还是那句话，咱们跟娱乐主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们选的车越垃圾，我越高兴，好吧？把你们能想到的最垃圾的车打在公屏上，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局选车排位赛，直播间6922个人，准备好看我截图，截到哪个车开哪个车。今天晚上的第一局开门红，来，5 4 3 2 1，截图什么车？直播间8000人了，9 1啊，车库第91辆车，好吧，当然是有的。你选900亿都有，知道吧？直接收91是没有了。来，5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第91辆车，智慧女神。起步使用2个小朋友直接获得一个氮气，这个车。
很牛掰的啊，起步非常的快啊，起步 A 车。干嘛？转到两福袋里面的参与吗？全抖音最大的粉丝，直播间9000个人了，欢迎大家！感谢自己感谢老板出来的喝彩，感谢大家点亮的灯牌这一把。要不要打个赌？我们打个赌，这一把跑完直播间能上10000人，你们信不信？就这一把，我不说为什么，你们看完就知道了。包括很多人还没给我点关注的，看完这一集会忍不住把关注点上。怎么样？有没有画饼组画饼一下？很多人第一次来我直播间，还没给我点关注，还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请你看完这一集，看完这一集会忍不住把关注点上啊，忍不住把粉丝团加上。为什么呢？不要问 ，no， 不要，不需要问，不要问。先拿出你们的左手大拇指，放到屏幕左上角我头像右边的关注按钮之上。你先不要点啊，当你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关注点下去，好吧？来，直线加速，牵引清卡，再走，那么进阶调整。来，对面的选手跟我说什么？他说花式漂移失误了，是吧？哈哈。真的是很可爱的想法呢，很天真。别忘了，咱们是 QQ 飞车手游官方授予实战花式漂移天花板的男人啊！失误在我这不存在的。来，准备扣六。啊，算了，低调点吧。低调点吧，低调点，好吧。来，稳住。顺车拉回调整，刹车轻点，找到最佳路线，路线就比较关键了。调整落地。拉过来冲刺，队友落后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去把后面人干掉啊，把第二名干掉，要不然看不到队友的位置了。来，反向暴力，对准复位进阶，拉近距离，让队友跟上，好吧？来，再走，再暴力稳住，队友能不能稳住？看他的距离，应该是没太大的问题啊。来，再车车延续。准备把优雅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咱们来个优雅的冲线，准备好了吗？进阶，再进阶，轻卡，空喷，落地喷，轻点方向调整过来再暴力 ，WCW 稳住，顺侧拉过调整，找最佳路线。我们来个优雅的冲线，落地调整，拉个暴力，拉出两个小喷，氮气放出来，直接冲刺，拿下这把的第一扣六选车啊。都说了，把你们能想到的最垃圾的车打在公屏上，直播间1.2万人了，啊！我选个 B 车拿下第一 ，C 车再拿下第一 ，D 车新手赛车那拿下第一，直播间不得有个2万人啊！不要再选 A 车了啊，机甲也不要，都多余了。爸爸，哎，什么声音？哦，是我装杯的声音。好了好了好了，低调低调，选车吧，把你们想看的车继续打在公屏上。五、四、1.4万人了吗？怎么这么快啊？上热门了！三、二、一，截图。二，数字二，可以。我就不说了，哪个最垃圾？我估计你们都比我清楚。哪一个最垃圾？你们估计都比我清楚。一共几辆？你们就从左往右按数字选啊！一二三四五，你们选好吧？选择权交到你们手上，绝对是玩得起的。放心，看清楚啊！第一辆是玛莎拉蒂，就不要了吧？啊，玛莎拉蒂就算了吧。剩下几辆 B 车，来五四三二一，截图看一下什么车。你信不信我这把？首先，它是一辆免费的 A 车，玛莎拉蒂 MC20 啊，免费的 A 车，现实中的超跑。我有点冲动啊，我这把要不要试一下？就免费 A 车起步，让机甲车先跑个10秒、20秒的，怎么样？主播，主播，不要让他们先跑，我想看最顶尖的操作。既然如果你这句话在这里啊，我跟你说，我这把也玩不起了，选的玛莎拉蒂我不开。哎，你们选的车我不开，我不开啊，我就直接说我不开了。为什么呢？我们直播间为什么禁止选悬浮车？因为遇到十一层咱们开什么车啊？遇到十一层开悬浮车。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悬浮车手感怎么样。对面两个哈雷特加上我们队
一个哈雷特，一共三个哈雷特，三个机甲车，机甲车快还是咱们悬浮车快？来看一下，好吧，机甲车快还是咱们悬浮车快？下把再开吧，玛莎拉蒂没有说不开，选到车肯定会开，但是下把再开，咱们先来把悬浮车，好吧？来，射程起步，这完蛋了。但真的完蛋了吗？这前面有点快，他们他起步有点快啊，直接弹射起步的三辆哈雷特冲出去了，没事，稳住稳住稳住。第一名第二名是对面的啊，我队友这哈雷特是点券买的吗？来稳住，拉过来调整大体验，全部是两大缺点，不耐撞，完蛋了，不耐撞还有这个直线慢啊，但我觉得能追啊。我先不说话了，认真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让我走，喂，别撞了，别撞了，我先不说话了，真的不说话了，认真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忘记了，刚才水有点喝多，我上个厕所，我先上，马上，刚才选的玛莎拉蒂是吧？我马上开，马上开，我先上个厕所，马上回来。水喝多了，每天直播前哎忘记了，水喝多，今天有点，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刚状态这把状态不对了，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哇、哦，可以了，可以了。放他先，我先放他密码啊，待会还有机会复仇的啊，待会还有机会的啊。刚才是玛莎拉蒂 MC 20啊，现实中的超跑，咱们先安排一把，好吧？该开的车肯定会开的啊，该开的车肯定要开的啊。来，刚开播是吧？手感的慢慢手感就上来了。直播间应该是 1.6 万人，你做娱乐主播，娱乐主播直播间会这么多人吗？对不对？假装进一手反向亚特兰蒂斯，最后一秒解开把克隆进了，什么图？来，哈哈哈哈，所有人可以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屏上了，好吧？我不看我直播间弹幕，我都知道，所有人都在异口同声啊，打出了那三个字。截至目前，2023年12月17号晚上的21:30，截止目前，咱们这个赛道。100%的胜率啊，100%的胜率，从来没有输过。你可能不信，你看完就知道为什么了。我敢说出这句话，我是肯定有把握啊，有原因的，好吧，有把握的啊。侧身，轻卡空喷，肉体喷，双杀甩尾，顺侧拉手轻卡。U 甩过来，再撤，牵引在空喷，肉体喷直线加速，经典翻条的，走了最佳路线，顺侧冲刺再走，再拉波进阶，你看看我们的免费车不能打吗？甚至呢，我觉得这把需要帮一下队友拿下这把的完胜，看一下队友的位置啊，算了，最后名位队友位置太远了，我去撞对面拿完胜也不太可能啊，队友的位置太远了。哎，156你，哎呀，那我要动手了，通杀不可能的，这图你看站得这么近，怎么不去？
稳住，一路甩。哎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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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完了吗？我在第几？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好吧，来再甩尾，准备选车。这辆是玛莎拉蒂 MC40 现实中的超跑，还有好几辆都有啊。这玛莎拉蒂，然后什么科尼塞格、兰博基尼、劳斯莱斯都有啊。咱们走一轮，安排一轮过去好吧。牵引过来，直接拿下，这怎么回事啊？刚才对面上来还打广告，是主播，我以为这把有高手了，我以为这把要上强度了。选车来，不知道车名字没关系，你就打数字选车，你就打数字选车，你打个10车估计10辆，你打个20啊车估计20辆，你打个30就车估计30辆车，好吧，来5 4 3 2 1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一把白玉神驹被你发现了吗？我的白玉神驹是吧，这辆车我非常喜欢的马车啊，老车，非常老的一辆车了，但是现在真的没人会开这个车，太老了，性能完全是跟不上了。白玉神驹吧，选都选了，那就来一把好吧，老古董了啊，可能你是老玩家，不知道 有哪些新车，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不知道哪些新车你就打数字选车啊，你打的你数字打到100、200咱们都有，对不对，打的第几我就选第几辆车。这把我预计应该是积分机场了，因为我们没有机甲车，他就要给我机甲赛道，这个积分机场，你看是不是，哎，这么狗，这游戏就这么狗。然后对面肯定他会因为上把我赢了，他至少对面会安排一个机甲车，这个是机甲赛道，就平时我们说机甲赛道就是这种赛道，机甲车会比普通没机甲那可能，对吧，那可能对面是技术比较厉害一点啊，他不需要机甲车。福袋左上角全抖音最大福袋可以参与一下啊，欢迎大家来。既然大家都是 A 车的话，那我就只能简简单单拿下第一了，这把可能就没什么看点了，就没有对抗，就从起步，你看第一个弯道绝对是我先冲出去，然后终点也是我先到终点，就是这样子来侧身，或者说我们目标其实拿下完胜啊，这样会有趣一点啊。来技术主播来操控一下比赛好吧，来卡西，第二名是对面的啊，第二名是我们队的队友，其实最后面队友他的落后的距离也不是很远，有机会的啊。延续顺侧方向观察一下后面的位置，还没跟上来先走，能完胜，绝对能完胜。我们先去第二圈，我们第一圈技能都没放啊，两个 ECU 全部留到第二圈放，先带那个进道等人。好，先观察队友的位置，队友现在还在落后，教你们一招，我躲在进道里面，对面是看不到我的啊！来，3 2 1，出来，带走一个。好，撞到队友了吗？完蛋了！啊，没有，队友第一名了是吧？多亏了我，要不然他得第一名，对不对？没有撞了，不是没撞到队友啊！来，再走。刚才那一波才叫真正的反向 ECU， 我的单机在赢。算了，既然完胜不了，第一名我们还是拿走吧。其实队友，你别想抢走我的第一名了，单机赢过来。飘飘过来，直线加速，经典方向，队友落后了，没事，甩尾段位，侧身冲刺，拿下第一，选车继续啊！最后面队友太远了，看不到他了，要不然还能帮帮忙的，是不是？完胜就是我们队一二三队形冲线，完胜就是排位分可以多加一分啊！来，选车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5 4。什么出生啊，怎么骂主播，我帮我队友你还骂我，你站到我队友的立场再重新说一遍是吧。来5 4 3，直播的1.7万人了，今天直播间这么多人啊，欢迎大家来，5 4 3 2 1，截图什么车看一下，从下往上第一个
又是一辆老车，蓝影主宰啊，反正耐耐见，给那美女老板送来的闪耀倾城，感谢美女老板，感谢老板，怎么榜上都帅哥美女啊？来了啊，这把是蓝影主宰啊，这车是我个人认为最帅的一辆 A 车，你不说特效，什么氮气特效，就以车的那个模型来说啊，我审美应该没什么问题，你都有人会觉得这车不帅吗？没有吧，就这个模型车库里好看，这游戏里应该更好看，对不对？来，好看的，这车好看的。那因为已经九点半了啊，有没有兄弟知道我们每天晚上九点半开始干嘛？嗯，有人知道吗？马上开始啊，机甲赛道，注意了，这把有两个偏机甲的赛道，香波岛和金华都梦。我进金华都梦，对面没有机甲车，进香波岛，然后最后那说明对面有机甲车，所以他不进啊，说明对面可能有机甲车啊，对面是有机甲车的，你没进啊，没事啊，没事没事，我们队友是机甲车，好吧，来，没问题的，来，没问题，来，真的是啊，我不要什么图他来什么图，真奇怪啊，不要什么图他来什么图，没事，有我在，队友说他带错宠物了，没关系的，有我在，输不了一点，来看第一个弯的细节的侧身，侧身双杀甩，把气卡满，再牵引弹射，卡气卡气再卡气，轻点方向拉过来牵引。队友机甲，这机甲赛道，哎，这队友跑最后一名啊，机甲是跑最后一名。那我要留一手 ECU 咯，稳住，双杀甩尾，准备对抗内线卡位，拉过来，直接把卡位带走你。来，延续延续刹车，他撞我，啊，他没撞，这你们的路线能不能极限一点啊？啊，直接在内线卡位，这管不了队友了，对面这两个还是会玩的，我是管不了队友了，先走了。后面这粉色冰魄，因为他第一圈他的ECU已经用了，他手上只剩下一个的。所以咱们肯定是稳了，好吧，来选择双杀甩尾，顺车拉一手单喷空喷，你们最近的新车啊，别忘了安排啊，咱们前几天刚刚买的新，怎么输了156？不是吧，好好好好，输了，我赢了，队友没了，队友输了，好吧，来选择。不行啊，什么我不行，我第一名你说我不行，这对面的真的是选择156，队友跑第五名第六名，为什么平时我们要赌对面的选手，就是因为如果队友第五名第六名我们就输了，知道吧。感谢饼姐的美女老板，感谢老板的万象烟花，感谢老板，感谢易青春，感谢老板的礼物啊，感谢易青春啊，感谢老板的三个大墨镜，感谢老板，来5 4 3 2 1，截图月影最新 S 联赛 A 车，它的名字叫做月影啊，加速带 A 车，这个车就不可能输了，这个车即使我开这辆车的时候，即使队友落后了，我都能把他们扳回来。来，新车特效拉满，又要展示一下技术主播操控比赛的能力了啊！准备起飞，确实垃圾车我们也能玩，知道吧？但是车选的越好，直播的观赏性越高，这一点别忘了啊！假装进一手困难赛道老街工地，最后一秒解开。来看有没有机会被对面进了，没事，雪山之巅来一个，没有吗？极速寒天城，这个赛道很好玩啊，极速寒天城啊，我们车可以坐火箭，你们可能有人不知道啊，咱们车可以飞很高的，
福袋正在审核，左上角福袋，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求你们不要当成普通福袋抢了，福袋我正在已经发了，正在审核了啊，马上出来了。对面上来就骂人啊，你为什么骂人？这骂人是吧？你骂人是吧？好好好，我要来教育一下对面的。射身起步，就你叫哈雷特，这把干掉哈雷特，下把安排上啊！很多人买了机甲车不会用，就像前面这个兄弟一样，他不会用。那机甲车到底该怎么用？你们下把给我选一个，我给你们教学一波啊！在技术主播的手上，这个机甲车到底该怎么样子？他马上没了。拜拜，落地顺侧拉我调整侧身，这把已经赢了呀，哈雷特想不想要第一名，我把第一名给你。格局打开，格局打开啊！这样子，他对面这个人哈雷特，他也是被队友拖累了。他跑第一名，他队友他排位分可以少扣一分。啊，想得美！哎，火箭起飞，来选车，继续把你们香港的车打在公屏上，是吧？是吧？这个寒天城嘛，寒天城还可以寒天的，来五。感谢安，感谢老板的为你举牌，感谢安，感谢老板，谢谢。火箭起飞，全民福袋左上角啊，这个福袋里面是3000现金，不要当成普通福袋抢了，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好吧？待会我再介绍什么截图啊，先把车选了，来五、四、三、二、一，截图上看一下什么车啊？筋斗云，这个车比较特殊的，免费车啊。免费车里面手感最差的一辆车，这辆车弹射成功率非常非常的低，非常容易失误。但是我有个办法，我有个办法百分百拿下第一，让别人不敢跑在我的前面，就是因为这个车是站着开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给对面的足够的压迫感。炎龙侠这压迫感够不够？肯定不够啊。这个够不够？也不够。这个够不够？够了。免费车筋斗云啊。我详细介绍一遍啊，咱们福袋怎么参与？准备好截图啊！这广告商赞助的3000现金，谁中福袋谁带走3000现金啊！在你们聊天框右边的小手柄，里面游戏叫《云上大陆》，安装包很小的，你花下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花下几秒钟就可以下载好。下载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你就放在相册里面。待会我谁中了福袋，我会第一时间回关谁。你在一分钟之内把这两张截图甩过来，直接就可以带走3000现金啊！就是这样子。小手柄看不到，右下角给你们弹了一个白色小卡片，白色小卡片也可以啊。说丑，我跟你说啊，说丑的可能都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是不是？是不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慢慢的，天天来我直播间看直播，这个提高审美。我就问这把谁敢跑在我前面？我这把这个压迫感够不够？好像是主播，被对面认出来了，筋斗云嘛，咱们《西游记》都看过吧？108000里啊，是筋斗云108000里吗？反正就是会飞，对不对？反正我们这个车它就是会飞，对不对？来牵引甩尾，弹射拉过来稳住，甩尾快出，找到最佳路线。这个不要弹射了，这个车弹射成功率非常低啊，手感很差。完了，又156了，怎么办？来复位过来，瞄准筋斗云，不得飞一下吗？来到第一，来再进阶，顺侧拉过来，走到最佳路线。你看筋斗云嘛，飞一下很合理吧？合不合理？合理啊，怎么不合理呢？来再牵引过来，再牵引弹射，走到最佳路线，再直接一溜甩过来，走过来，怎么样？看到没有？对面人都不见了，怎么回事？真奇怪，为什么小地图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来再甩尾。再甩过来，调整路线，再甩尾快速接上。这把要不等队友啊，最后一名队友不见了，但对面的最后一名也不见了啊。再甩稳住，算了，
等一等对面吧，对吧？刚才这个我们这个行为其实不好，卡 bug 这行为不好，把地面给他们吧。然后我再拿回来嘛，对吧？跟人家跟他们客气一下，跟他们客气一下。来，稳住，甩尾段位啊，就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拿下这把的第一。啊，他还在等什么呢？有没有感觉在技术主播的直播间？哎，确实能学到点东西。福袋马上开了，福袋剩下四分多钟，全民福袋，选车继续，好吧？筋斗云飞一下很合理吧？筋斗云飞一下怎么了？很合理吧？赢了这把啊，刚好对面的最后一名和我们队的最后一名都未完成了。选车吧，好吧？选车啊！直播间1.6万人了，欢迎大家。左上角直播间1.6万人，福袋才4000个人参与啊，这很快的啊，云上大陆很快，安装包很小，几秒就安装好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截张图啊，你们就反正福袋不止这一波啊，是从9:30开始一直将近发到12点啊。准备好截图，每天晚上都可以来参与，每天晚上9:30到12点都可以啊。桌面一张，游戏一张啊，两张截图。感谢姑父，感谢老板的热气球，感谢姑父，感谢老板。哎呀，谢谢谢谢，来5 4 3 2 1，截图什么车？这把魔王点券 A 车，这个车最大的缺点就是集气很差啊，集气很差，非常的便秘。不是我们直播间下载也可以参与，但是折一半啊。你如果是别人直播间下载，但我们直播间参与就折一半，3000变成1500啊。如果是我们直播间下载了，全额带走3000现金，收款码甩过来就可以了。来，魔王点券车啊！当时这辆车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跟钻石车打的难解难分。他作为一个点券车，跟钻石车打的难解难分。但是，对，我衣服换一下，换成咱们的岩龙侠啊！来，继续，只需要两张图，福袋看到谁我就回关谁，一分钟之内两张图发过来就可以了。啊、这波福袋3000现金，上波福袋也是3000现金啊！来，这把机甲赛道月光之城只要技能，其他赛道全部都可以，最好来个十字杀，我们来复刻一下端游的跑法。没有也没事，桃园间隔困难图那最好了，四星或者四星以上赛道可以统称为这个困难图啊。四星图咱们再起步宠物，尽量起步冲出去，因为这辆车的集气本来就差，如果再被人家撞一下，我们集气就更没有氮气用了。要关注再参与，福袋看到你没有关注也是抬走了。关注啊，你在屏幕左上角我头像里面，感谢再关注我。来，对面这么多冰魄，一个冰魄，两个冰魄，一个酷喵雷诺，还有什么？还有个冰魄，还有个月影啊，月影。起步第一个弯抢位置啊，来，往右边侧身，因为左边是雷诺啊，小心啊。甩尾段位接上，当即直接放出来暴力冲刺。落地刘小芬，主个 WSDW 稳住，速度大高，再进阶，延续，再进阶，再顺车拉一手，再侧身，再顺车过来，侧身再侧，稳住没问题，新沙弹，找到撞墙点，撞墙点过来，落地甩尾。90%概率，这把咱们开的点券车直接通杀，信不信？已经这个距离了，看到了没有？稳住，稳住，稳住！延续，继续拉开距离，再顺侧调整，快出，落地调整，再顺侧，再侧。先给弹，找撞墙点，撞墙点喷氮气炎，空喷点掉落地直接甩，来这把，一把一骑绝尘送给在座的各位，通了吧？这个距离应该是他们完成不了了，好吧？通了，不用看了，肯定是通了，啊，他肯定重点前未完成了。来选车继续，左上角福袋最后的40多秒，把你们相关的车继续打，在公平台直播间又来到1.5万的人了，欢迎大家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支持啊！来选车。感谢大家点亮灯牌，感谢大家入团卡，感谢大家关注啊！来5 4，左上角啊，最后30秒的全民福袋3000现金啊，别当成普通福袋抢了啊！来5
感谢琢磨，感谢功夫的琢磨你啊，感谢老板。五四三，感谢句号，感谢老板的好，一百七十个、玫瑰啊，感谢啊！怎么突然这么多礼物啊？感谢饼姐，感谢美女老板的万象烟花，谢谢三二一，结束，感谢句号，感谢老板的好多玫瑰啊，玫瑰啊！这把月光没有。月光没有啊，月光那时候我在准备中考时候出的车，我待会给你搜一下，但是我在备考，那段时间那个车没弄不到的，是的，真的，待会给你搜一下，三、二、一，截图，真不是我瞎说的，这什么车？骑士，我先给你搜月光，有没有？当时我在准备中考时候出的车，这把骑士，我直接送外卖。怎么样 ？KFC 宅急送，然后把衣服装上，把专业两个字打在公屏上。这套衣服还有多少人有的啊？应该比较少的人有这个衣服吧？这个套装非常稀有啊，因为这是当时 QQ 飞车手游官方组织的一次比赛——外卖员大赛，我直接拿下了第一，获得了专业外卖员称号。福袋开了，我先看一下谁中了。一分钟倒计时，一分钟这两张截图发过来啊。美洲大峡谷来。可以打的，没事啊，可以打的。专业外卖员正式上线啊！感谢饼姐，再感谢饼姐的万线樱花，感谢老板，感谢句号，感谢老板的玫瑰啊！理智消费啊！感谢老板一送来34个棒棒糖啊！外卖专业，把专业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好吧？把专业两个字打在公屏上。来啦，看一下啊！这我要查一下，要不要查呀？他是为什么没有显示 IP 地址啊？撤身，没事。福袋还有，这波福袋没中还有啊，没有中福袋也没关系，游戏里有个专属，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啊，输入口令6565也能参与啊。来撤身，什么叫专业外卖员？看到没有？我这细节，撤身拉过来，直接点飘，空分落地分调整，刚刚好来了个困难赛道啊。这个小区的外卖正难送，来撤身，再进阶，冲刺！即使在美洲大峡谷，在大峡谷里面，咱们的外卖也能准时送达。来，再进阶，稍后撞墙点喷，氮气放牵引再弹，拉出来调整。前面注意了，一定要对准。哎呀 ，OK， 插进来了，稳住，我再撤身。那鸡巴甩尾快出，看到了没有？什么叫专业外卖员？配送时间一分钟，已经快送到了，看到没有？来暴力再撤身，再他妈进阶，直线加速顺车拉一手，小喷延续再暴力调整过来，最后直接接个小飘双喷直线加速，咱们配送时长1分16秒，准时送达。选车排位赛，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来继续。从我跟你聊天框啊，不要从其他地方，从我跟你聊天框开始录屏，滑到后台，进到游戏里面，左上角角色头像点开，带游戏 ID 的截图发过来啊，完整录屏啊，完整录屏发过来，然后游戏 ID 再截张图，好吧？避免都能用别人的图啊，因为这个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账号没显示 IP 地址啊。感谢豪仔，感谢老板的66小星星，来选车，福袋还有啊，不要急，先把车选了，5、4、3、2、1，截图什么车？冰，单字一个冰啊！这个车，我车库里有一大堆名字带冰的车，1、2、3、4、5、6，你们扣数字选。第六个是咱们的那个，序列未来的蓝冰球手的皮肤啊。看着啊，这一排1、2、3、4、5、6。啊，一共6辆，来，都可以，看你们想看什么车了，好吧？你要选个什么盛夏冰田这个大 Q 八也不是不行，来五，可以，没有说不行。4、3、2、1，截图看一下。好，我开玩笑的，你当真是吧？啊，没事，我就问一下，你们平时娱乐主播肯定看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
就平时你看娱乐主播开这辆车跑第几名嘛？调查一下，我调查一下，看一下现在这娱乐主播平均水平怎么样？感谢姑父，感谢老板，又送来个为你撑伞，感谢老板。我来给你们教学一波，好不好？给你们教学一波，车的性能不如人家怎么办？给你们教学一波啊！西部矿山，这不稳了吗？啊，这不是稳了吗？五星赛道西部矿山啊！我跟你强调了，从我跟你聊天框开始啊，最后一次机会啊，我刚才已经跟你强调两遍了啊，从我跟你聊天框开始录屏啊。是我的普通话不清楚吗？嗯，为了避免别人用别人的图啊，咱们自己准备好截图好吧。你的图你们图用过之后，我这里都有登记的，要是下次你把图给别人，下次你中了，那你估计要被抬走了。来，车身车身稳住，双杀甩清卡，来，我在第几，告诉我我在第几。当然了，刚才就像你们刚才那些人在弹幕上回答我一样啊，主播平时我看别的主播开这辆车不是第六名就是未完成，你能拿第几名呢？哎，我能拿第一名了，是吧？这就技术主播和娱乐主播的区别。来，进阶调整过来，后面冰魄跟上来了，没关系，我有我的细节，我有我的操作啊。怎么追这么快啊？哎，哥，把地名给我，给你换钱，哥，我是你哥啊！谁是大小王？来，暴力，顺侧拉过来，卡气调整，暴力过来，直接走，轻杀甩，直接拿下这把的第一啊！开个玩笑啊，就开个玩笑，活一下气氛，好不好？来选车，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准备好了吗？选车排位赛，五秒倒计时啊！OK， 三波福袋，可以的，来选车，五、四、三。二一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把时序的什么皮肤，对不对？时序的传说级皮肤啊，时序的传说级皮肤。我看一下咱们的时序在哪啊，在这。这辆车它800块，有它的皮肤啊，它传说级皮肤啊。QQ 飞车手目前就五个传说级皮肤，它这个是其中一个啊。这个是车800，皮肤1500，值不值？值不值？看了特效就知道了。感谢欢迎孙姐，感谢孙姐送来的礼物啊！感谢孙姐，什么礼物啊？没看到，感谢孙姐啊，谢谢。城市网吧这个图比较简单的，都是直线啊，机甲会比我们这种普通车快太多了，快非常多。但没有关系啊，我有。90%的把握，就一辆机甲，那我有10%的把握了。我刚才查了一下，他的 ID 咱们这里查不到，他是应该不是我们这里下载的啊。但是折一半啊，不是我们这里下载，你们。我怀疑有的人是从特地从别人直播间下载到我们直播间参与啊，直接在我们直播间下载，准备好截图参与不来就行了。来进阶，这把得帮队友，得帮队友，要不然这把绝对是没了。先稳住，他这里放技能了，我不放，点飘延续。这么快吗？
我第一名都没了。哎呀！哥，给个面子，反正你第一名给我，我也输了。哎，这车不行，这皮肤它的后面那个灯泡太亮了，把我眼睛都晃得有点看不路线都看不清楚了，路线都看不清楚了。来选车，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选车吧，选车吧。来，娱乐主播，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啊。现在这些打娱乐主播的人，待会我就全部会，哎，可能大多数都没有关注我，是不是？待会你们都会点上关注了，待会下一把这把玩，你们都会点上关注了。我有自信，好吧？来，选手先把车选了，五、四、三、二、一，该说了，上把那图直线太多了，24。你如果想选车库第24辆，你要说清楚啊！你要说清楚的。这辆车就属于平时咱们说的什么？就属于咱们平时说的那种狗都不开的车。什么图看一下吧？哎呀，机甲赛的雾山喷。哎呀，怎么样，觉得我有机会的吗？我先不说话了啊，刚刚还想反驳一下咱们是不是这个娱乐主播，结果他来这个图，结果他来了这个图，也不是说没有机会吧，对不对？挑战一下，哎，后面失误了，对面失误了，不是吧？这把 K24 能拿下？空喷落地喷直线加速稳住。这可比上把还直线啊！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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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你看队友也没拉开距离啊！车上卡一下，稳住，这里直线被拉开距离了，这没办法。后面上来了，后面上来了，车身。空喷，落地喷。他不顺车，甩过来，跟上，哎，有戏！后面又来了，后面又来了，先走，先放个ECU，先走。我说过了啊，作为技术主播，无论你们选到什么样的赛车，咱们都能轻松拿下第一。事实，我手上还有 ECU 呢，哥们儿啊啊！选车。这个车都拿第一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选什么 B 车、C 车、D 车了呀。车选的越好，直播的观赏性越高。感谢孙姐送来的镜中奇缘啊，这什么礼物啊？
感谢孙姐啊，感谢美女老板说的是镜中情，感谢饼姐又说了一个花火誓约，感谢老板放的大烟花呀，感谢洛伊晚秋，感谢老板的擂鼓助威，来选车，看我截图，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来五、四、三、二、一，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把火神比较老的车了。感谢红湖的这个红潮的这个加油鸭帽，感谢呜呼，感谢老板的擂鼓助威，这是肯定不是孙姐的镜中情，感谢萍姐的花火誓约，不是理智消费啊！咱们怎么一次性礼物全丢出来了？刚才火神啊，火神、啊、三波福袋我先转一下，咱们福袋再发一个啊。三波 ID 我们这里查不到，是折一半1500啊。最好咱们直播间在咱们直播间下载了。收款码，收款码，收款码，收款码发啊！我福袋先发了，所以福袋继续发了，全屏福袋，左上角全屏福袋3000现金啊！来，西部矿山，好的，我呢？我有点换，想换这把，我想换这个新手赛车挑战一下了，怎么样？可以的，打个可以。我换了，我点下去了，我哎，上次就说了，我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尽量快一点回答我，马上我就换上去了，因为他这个备战的时间很短啊，时间就几秒钟，时间太短了。是吧，刚才我是有点冲动的，因为这把想挑战一下新手赛车拿下第一，因为 K24 我就拿下，都已经拿下第一了。来射身，射身，哎，多卡了些，没必要卡气的，来再走，先走，弹射甩尾，直线加速，暴力射身，开车队友的位置还可以，不需要搬队友啊，这把应该是不会156啊。侧身 nice， 顺侧调整快出，先给弹射，找最佳路线，甩尾进阶，终点前得等一下，要不然对面的最后名完，我们队的最后名，可以，队友追了一个，那不用管了，对面最后名已经裂开了，来选车啊，别选这么老的车了，这么老的车跑起来不够激情，你看，你发现它这个加速很慢啊，视觉感受就不够强烈了。来选择，看我截图截了哪个车开哪个车啊？拿上一波福袋的，上一波福袋的，收到，可以在直播间打个收到了。下方小手柄，云上大陆，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来选车。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把机甲车，这是不是今天晚上选的第一把机甲车？我看一下是不是第一把。哦，十点了，等一下，我得喊我哥哥过来帮我防沉迷人脸识别一下，稍等一下。因为我是12月18号，今天晚上零点解防沉迷成人礼了啊，大家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啊，大家可以跟我哥哥打声招呼，好吧？稍等一下，哥，过来扫一下人脸识别，扫一下，很快的，扫一下。喂，哦，可以了，耽误大家几秒钟时间理解一下啊，好吧，福袋你们自己参与吧，全民福袋啊，我要起飞了，队友落后了，
哎，需要搬吗？哦，可以追上了，不需要搬了。刚才156的吓死我了。哎哎，我失误太多了。这把忘记太冲刺技能了，咱们一号公路本来这里可以来个花式漂移的，忘记了，带了这个机甲的技能。行李弹射后面慢慢跟上来了，没事，已经稳了。陆地顺侧暴力调整 ，CW 稳住，直线加速，近道拉过来就接，调整再拉过来。牵引加速拿下第一，选车继续来，你们选车我来开机甲车。其实尽量你先把前面另外几辆机甲车选了啊，因为正常我们机甲车要什么烂对面先跑10秒20秒的，尽量前面几辆机甲车先选了。来，倒计时5个数，5，正常我们三星赛道让对面先跑10秒，就四星15秒，5星20秒，以此类推，每加一星加5秒，好吧，来，5 4 3 2 1，截图什么车看一下，从下往上第一个又是 T 车了，你看看，可以，那这把我就说什么我都不开这个哈里特了，就按我刚才说的，三星开始让10秒钟啊，不开哈里特，哈里特他技能就是起步用的，我们需要起步烂秒，或者说你们想看我哈里特终点烂秒也可以。啊，正常来说起步烂秒是娱乐主播玩的，我们平时都玩的是终点烂秒，终点烂秒没有后追的加成会更难一点啊，感觉种玫瑰在海底，感谢老板的会员。月光之城我进了啊，这肯定要进了，月光之城我进了。法兰西就无聊了，不要法兰西啊。啊，我不带机甲技能，开哈雷特可以吧？我不带机甲技能开哈雷特，然后对面我不烂了，哎呀不行了，这把遇到高手了，我还把机甲技能拿掉了，玩的尴尬了。福袋马上开了啊！下方小手笔游戏云上大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福袋开到水友截图带走3000现金啊！下到桌面截张图，游戏名称两张图准备好，太不太行了。稳住，能追。哎，老赵，我带直接带机甲技能了，用这个，他还有次机会，他有机会在前面要开技能了，但是我这里可以直接扎进去，准不准？这波插的准不准？你来追我呀，来把你们想干的车继续打在公屏上。哎，这把本来要烂秒了是吧？选择左战福袋，剩下2分钟啊，全民福袋，直播间1.5万人，有10000个人没参与福袋啊，不要想着自己中不了，你要是真的中福袋没有图就直接抬走了啊，就下一个人了，好吧，来，5 4 3 2 1，截图，非常的这位浴火啸天，2018年的年度限定 A 车，浴火啸天，老车啊，很老的车了，2018年是很老的车了。有没有从这个车开始出来玩到现在的老玩家？有没有？不多了啊，不多了，因为这游戏现在玩的人真不多了，真不多了。
假装进手困难赛道苏格兰场，最后一秒解开，把机甲赛道燕子屋直接进了。注意了啊，来燕子屋进。香波岛，这个图现在不太好跑啊，特别是在现在排位赛哈雷特比较多的情况下，起步咱们就追不上人家了。哎，没有哈雷特，对面三个冰魄啊 ，A 车还是冰魄最多啊，还是冰魄最多。福袋最后三十多秒了啊。记住两张截图，云上大陆安装包很小了，你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几秒钟安装好，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了福袋发图就行了。对面直接打了个颜值主播，我赞同，我赞同你。不要福袋开到你这下载啊，因为我们这里都查得到你这个注册的时间了啊。提前准备好截图，好吧？来甩尾再甩，卡西。直线加速，你福袋开到你再下载也来不及啊！第二名，第还是第三名？第三名是对面的啊，第四名是对面的，没算了，罢了罢了。对面刚才以为我打个颜值主播，我就会把咱们这个胜利拱手相让吗？不可能的啊！来双杀甩尾，清卡。双杀再甩，右甩再走，再甩稳住。这个车现在唯一的优点是小喷时长比较长啊，就是即使在放在现在这么多新车的情况下，这个车小喷时长还是非常离谱的，非常适合咱们氮气延续啊。再甩尾，哎，对准冲刺，轻点方向，断档，氮气空放拉出来，稳住。在双杀甩，侧身拉一手，准备选车，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进阶，侧身冲刺拿下第一，来，22.17分福袋，你的友好邻居，有关注我可以参与，开始一分钟倒计时啊！大佬，一分钟这里下方小车不允许，云上大陆两张截图发过来，直接带走3000现金，不是我们这里下载也可以参与，再折一半1500，来选车五。感谢美在这，欢迎美女老板啊，欢迎咱们美女房管，感谢老板的李花筒啊，感谢老板。来五四，福袋还有，没有中福袋的也没事，游戏给大家，游戏里有个安排的专属福利啊，输入口令6565就能参与啊，只有我们这里下载才有啊，这个是不需要中福袋的啊。五四三二一，截图什么车看一下，86啊。哎，图发了吗？图像好像发过来了，图已经发了啊。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里面一张。左上角游戏头像左上角点开要带游戏 ID 截图，好吧？你们要这样截图啊，每次都得提醒。这样子截图，桌面一张，游戏名 ID 点开啊，好吧？刚才这把选的什么车啊？怎么刚选完车我就忘记了？我看一下啊，刚才选什么？有事提醒我一下，是刚才选什么车？侧身拉一手，86啊，86，记起来了。感谢大家提醒啊，86啊，86，我不开这个右边这个86了啊，支持正版，支持正版，右边那个speed的86是盗版的 AE86。这个才是比较新的，这个新车，这个86才是正版的86，知道吧？这个免费车正版86，这个才是头文字 D 正版授权的。另一个是以前出的一个 B 车，那个是啊，支持正版，好吧 ？B 车也不是我怕，就不怕开这个 B 车，可以开的。来，十字杀，刚才就想说这个赛道了。有没有那个咱们直播间有没有那种端游的玩家，或者你平时会看端游的直播？这个赛道终点前那个操作叫什么？终点前操作那个松前卡器超级飘，那个锁胎啊，咱们手游也可以的，信不信？咱们手游也可以的，我来复刻一下，我来给他们复刻一下。我好像没有失误过吧？
啊，咱们每一次都成功了，都没失误过。侧身起步，侧身甩尾段位加速清卡调整，哎呦，队友别五六啊，可以跟上了，稳住，我这音乐不开了吗？音乐怎么没声音啊？稳住，我的 BGM 呢？我这一路向北呢？我今天的电脑刚才怎么音乐也没了？来，稳住 ，WC 不住，顺势快出调整，没事，这个氛围很好，所有人屏住呼吸，欣赏我的松前卡系超级飘，实战花式漂移送给在座的各位，来准备好，稳住。很安静。哎，后面来了，后面再来了。怎么还是输了呀？输了呢？输了呢？对吧？那算了啊，那能怎么办呢？选车吧。我早知道我不第一名就给对面了，我还能装一下。来选车排位赛，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啊。看我截图，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到你们。队友五六也输了，没办法。来五四，我还担心，哎，我还担心我第一名我没拿到，我把队友坑了啊！那我直接极限调整回来了，结果队友把我坑了。来五四三二一，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把特拉比是什么车啊？哪有什么车叫特拉比？特拉比没有这上面月影了，好吧？我看一下，不要急。就是那个，当时就那几辆车嘛，准备中考时候出的车，不是我不开，买也买不了，那只能说，刚才这上面这个越影，看到没有？特拉比上面什么车？越影嘛，那又就开新车了，我不想开新车，新车太强了，娱乐主播需要这么强的车，我不需要的。那选都选了，我说实话，你要是我不开，你是不是要，你们要一起说我玩不起的？是不是又要说我玩不起了？那开了好不好？来，月光之城进了，赛博服来看一下他的 ID 70720786，我查一下。什么呀？怎么会说我玩不起？全抖音最玩得起主播就在你们面前啊！来，这把《秋之物语》困难赛道啊！哎，不算不算，这个不算困难。不是，我们中了福袋的没一个是我们直播间下载了啊！在我们直播间下方小手柄游戏云上大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了福袋两张图发过来好吗？那直接带走，你是我们直播间下载，全额带走3000现金，不是我们这里下载就是1500。来射身，再射身，稳住，调整过来。进阶卡器第一名也是月影，但他放冲刺技能了，我手上有两个技能，先稳住，氮气放出来，进阶内线拉过来，直接拿下第一，这第二名跟得这么紧吗？啊，福袋还有啊，那连续台连续两波都一半了，下一波福袋加到下一波福袋上面吧。我们再来个3000现金，拐过来，右边跟这么紧吗？哎，没了，被我甩开了。队友也可以啊，对面最后一名不争气啊，我还得谢谢他了。我们这把又拿下了，来顺车，调整这侧身，冲刺拉过来清卡调整，双上。可以可以可以，选车，
这个车神，我手上还有个冲刺技能，直接放掉，拿下第一选车来。看我截图，截到哪个车开哪个车，好吧，来。选车吧，选车吧。咱们广告商定的规则就不是我们这里下载的，你也可以参与，但是折一半啊。我现场安排的，不带继续发了啊。收到可以在直播间打个收到了，或者可以送个墨镜上个榜，好不好？来，咱们正在进行选车排位赛，热门外面的选择点击我直播间，直播间1.3万人啦，欢迎大家，5、4、3、2、1，截图什么车？蔚蓝迷嘛，感谢狗头鹰颜值担当技术主播，感谢老板的大墨镜，感谢 LU， 感谢老板大墨镜，感谢老板，这把是蔚蓝迷嘛，这个车它是点券车，但它又是免费车。当时我记得是他免费送的吧，没有记错，但是他是免费送的啊。福袋继续了，全品福袋左上角啊，全品福袋继续发了。对了，咱们的新车别忘了，星带迷梦了，什么飞剑太白了，还有咱们什么风刃，还有咱们的2500买的，我车库里面最贵的 A 车可以陆续安排上了啊。每天咱们流程走一遍嘛，是吧？那么贵的车买的不能不开啊，没有不开的道理啊。这辆车每5次使用氮气，立刻获得一个氮气，且5秒内氮气最高速度加5公里每小时啊，还可以，相对一些刚才你们选垃圾车来说还可以了。最后一秒把空杆解开，来左上角要亮了。刚才实质上我们那个操作被打断了，啊，这把来。刚才我们的松前卡机超级标被打断，被对面啊，对面差点给我超车了，把我的装备时间装备时刻给我节奏打乱掉了。这把必须成功啊，这把必须成功啊，除非队友落后太多了需要我帮忙，要不然真的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了。感觉简单先生的大墨镜啊，被对面认出来了，被对面认出来了。来侧身起步，侧身甩尾卡气，再卡稳住。啊！我是怎么这么多月影啊？哎，哇！这个月影跑在一起，怎么跟？给我一种那种一堆虫子的感觉。又给我搞大奖，我真的。那其实吧，我说这把就是真的说，我拿第一是不是也是输了？我可以拿第一啊，但是也是其实也是输了，对不对？你看我队友的位置是吧？又是第5名、第6名，那我这把还不如这操作一下，就像我刚才，哎，这撞人干嘛呢？那我队友第2名呢，那怎么整啊？能超车吗？有没有这种可能？终点线前最后一个弯道实现防，哎，队友没了，队友没了。那我们来个抓好路线，空中冲刺，落地调整的最佳路线，车头摆过来，要我拖进这。哎，谢谢。哎呀，这队友挺好的啊，给我把我推进终点啊，哈哈哈。哎呀，挺好。挺好的，选车排位赛，把你们想看的车继续打到在一公屏上，挺好的啊，这波组合技啊，组合技，来五，好队友，虽然他们输了，但是痛并快乐着啊，来5、4、3，截图是中了福袋发截图，好吧，来5、4、3、2、1。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把33，我先收33就没有，就车库第33辆车啊！又是一波组合技啊，完美的配合，33没有，5、10、15、20、25、30、1、2、3，赤焰骑士又来到了一个点券 A 车，这个车跑平地图还挺快的啊，在点券车里面算是还不错的啊。
福袋最后六分钟全民福袋，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别当着普通福袋抢了3000现金啊！假装进手极速空款，最后一秒我们一定要记住把极地凭证或者黄河进了。我进黄河来，QQ 飞车手游第3困难的赛道，苏格兰场。对面看的啊，人家都开了什么新的什么联赛车了，什么 S 联赛车。我跟你说，我就这把我就点券车通杀，我这把就开点券车通杀，好吧？你们就准备好节奏长衣服带，下方小手柄游戏或者右下方白色小卡片，记住安装包很小，几秒钟安装好了，安装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了福袋发图啊！来扯绳，这把通杀。我有10成的把握，起步我们车没带人家快是吧？慢慢来，这个赛道越到后面越难，越到后面越考验技术，越考验操作，所以说我有优势的，来轻刹再甩，稳住侧身，进阶过来再走，顺，哎，有点小坐标，没事没事，还没到难点呢。刁民冰魄这么快吗？这队友，来小飘再走，慢慢拉开距离啦，侧身拉一手调整过来，对面已经退了两个，对面好可怜啊，这剩下一个人有点可怜了啊，侧身贴引再弹过来稳住，有没有老板画饼啊？你可能觉得现在我拿不了这把的完胜了啊，拿不了这把通杀了啊，给点动力啊！这把通杀有没有说法？有什么说法吗？来点飘，我觉得我有把握。距离渐渐拉开了，顺车拉过来，进到侧仓，延续进阶再过来调整，再进阶，稳住稳住，直接冲刺拉过来调整，找到最佳路线，牵引。哎，怎么老给我锁胎啊？来，再走。你觉得我通杀不了了吗？你觉得我通杀不了了吗？让我通杀给你5块钱，让我通杀给你5块钱。全车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来5、4、3，全车啊，3、2、1，截图看一下什么车啊？感谢树，感谢老板的大墨镜，感谢老板这把，哈哈哈啊啊啊啊，哈哈哈！我知道，你们来选，哈哈哈！来吧，从左往右。1、2、3、4，哪一个看起来最帅？哪一个看起来最快？啊？哪一个看起来最牛掰？你就选哪个。1、2、3、4，来，都可以，好吧？来，5、4、3、2、1，截图。我说哪一个看起来最帅？哪一个看起来最快？这个叫可爱，这个叫可爱，你这个形容词，你这语文估计是体育老师教的啊。啊，这咋整？哎，再来一把苏格兰场或者这个咱们赤橙红叶也可以啊。桃园剑阁也是困难赛道，我觉得我有把握拿下这把啊。C 车就 C 车吧，只能跟你说这一把我要认真的，是你们逼我的啊！
看到我的态度了吗？啊，看到我的态度了吗？小六准备好，在我出现那一刻，所有人把技术主播打在公屏上，左上角全民福袋也剩下最后的一分钟，3000现金，谁有截图谁中福袋谁带走，稳住，追。你们平时如果看娱乐主播看的时候都知道，娱乐主播很喜欢找借口，天天说哎，这车不行，这图不行，这歌不行，这天气不行，借口一大堆，我非常讨厌这样的主播。切记咱们 QQ 飞车手游技术至上，用技术说话。没事，小四我还能追啊，没事，暴力冲刺，稳住路线，画饼组可以画饼了，肯定很多人觉得我追不上了，你会发现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那是因为我还没开始真的认真啊，从现在开始我真的认真了。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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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第一名给我，我给你5块钱，哥，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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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这车不行。哎，娱乐主播那属于找借口，我是陈述事实啊，这车确实不行。好，来选车排位赛，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一个福袋开了，福袋你没中，还有下一波啊！来选车，选车啊，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不要再选这种狗都不开的车了啊！真变成娱乐主播的待遇，选车啊，福袋开了，我先看一下啊。23:27，22:37啊！沉默啊！有关注我可以参与，开始一分钟到底，一分钟的下方小手笔游戏，云上大陆两张截图发过来，直接带走3000现金啊！不是我们这里下载就1500，好吧？笑什么笑？这车不行啊！唉，5、4、3、2、1，截图，四火。我都说了，这个车当时就是我在准备中考时候出的，没有上面这个奥林是什么的？奥林没有，是山海。什么叫奥林啊？奥林是什么东西？你能告诉我吗？奥林应该没有，应该是山海那最新的点券车啊。我先收四火给你看啊，是不是？想买？你们要是选到我没有的车，但是现在可以消费可以买的，我当场消费。我先收一下那个奥林，奥林是什么东西啊？奥琳娜，他打字也有可能有时候打错字了啊！奥琳娜啊，被我抓到一个福袋开到他才去准备截图的啊，超时了，抬走啊！福袋重新发，3000现金重新回到你们手上啊！来，福袋重新发了，提前准备好截图啊，一定要提前。安装包很小，几秒钟安装好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截张图，福袋开到你下载来不及啊！提前啊，一定要提前。这把我带什么技能？带冲刺技能。什么玩不起？那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对吧？不是这个是什么呢？福袋重新发了啊！就两张截图，跟你们聊天框右边的小手柄或者屏幕右下方白色小卡片。都可以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啊，两张截图准备好，中了福袋发图就行了。安装包很小的，你试一下就知道，几秒钟下载好了。这广告商赞助的，每天都有。我们现在没有要求什么实时截图，没有要求你什么等级啊，你中了福袋，两张图甩过来直接带走，来撤车，撤车带走，顺车。哎呀你！前面这个人，我们也要计算他们的这个技能用了几个啊。后面这个月影，他手上还剩两个技能，我手上也剩两个。这把其实把他干掉，真的完事了。对面最后两名不行啊，落后那么多。三，没队友跟他跑在一起，我很容易干扰到队友，赶紧先走啊。啊！怎么队友一下落后？怎么办？啊，没，他又跟上了。
怎么虚？这队友还虚晃虚晃，吓死我了！应该是有了，应该是有了。这种情况就不要去搞完胜了，不可能的啊！你看小地图，队友跟对面两个人叠加在一起啊，叠在一起了都。我待会回头再撞到队友了，那真的太出声了。顺侧拉过调整，找到最佳路线，快速调整过来，顺侧拉过来干气再放。我感觉要输啊，应该没事吧？等一下队友吧，要不队友没队友在未完成了。等一下队友，等一下队友。啊，赢了啊，赢了！选车来，吓死个人了！选车，选车，把你们想看的车再继续打在公屏上。今天还有什么机档没开过？还有什么机档没开过？QQ 飞车手用四辆机甲车，原级之星奥利娜、孙悟空、哈雷特，四选一，好吧，来五、四，先关注再参与福袋啊！关注了你在屏幕左上角我头像的右边，来五、四、三、二、一，截图一是什么意思啊？一。收一嘛，收数字一嘛，啊，又是那辆车的，应该感谢谁啊？感谢老板多喝热水。一，你收出来，它是个，哎，一三个一三，算了，都差不多吧，都差不多，我就开最垃圾的嘛，你都是必死，没关系。这个月的12月27号，你们应该都知道 QQ 飞车手游6周年庆了啊！1周年的车又给你选出来了，很好。哎，假装进手天宫寻梦，最后一秒解开，把广寒进了。哦吼吼！哦吼吼吼！啊！谁娱乐主播？你再说一遍，谁娱乐主播？没有，你们没有祝福袋也没事，游戏里给安排的专属福利啊，输入口令6565来参与，这个是不用祝福袋，口令6565。QQ 飞车手游最困难的赛道，极速空感啊！刚才差点。有点冲动了，想换这个新手赛车挑战一把了啊！但忘记换了啊，开着吧，先追，不要急。烂，你稳得住吗？跑在前面，5秒内拿下第一，来五、四。3、4、2、10，根本不需要5秒钟，来顺侧调整，转墙点侧身拉过来，进阶调整，顺侧快速，走到最佳路线。第二名是队友，来队友欣赏我的什么？来欣赏一下我的实战花式，帅，有点小瑕疵。但你说失误了没有失误，因为这个车它这个模型太小了，哎，不小心掉下去了，那、啊、其实成功了啊，其实成功了，你看看是吧，难道刚才我说的是吧，我说新手赛车我这把难道我去开新手赛车我就打不了了，我开紫电都能打第一是吧，氮气轰饭暴力调整，在那个暴力冲刺顺车拉手调整啊，CWW 直接加速拿下这把的第一，选车继续来啊，小瑕疵问题不大，小瑕疵好吧，直播的1.4万人呢、啊，哈哈，哎呀，不带记得参与好吧，先选车，看我截图截到哪个车，咱们继续开哪个车，来五、四。三、
3、2、1，截图什么车来这把南瓜避车或者避车一下开过之后，三局真的没有什么南瓜。这辆车跟紫电有个共同之处，大喷如小喷，小喷像放屁，但是它没有，它极细不便秘，它极细挺好的啊。紫电是大喷如小喷，小喷像放屁，极细很便秘。这个车极细它不便秘，因为它的技能你可以看一下，哎啊，他技能里没写，他特性没有写，但他的极系非常快啊，他极系很好，但速度是巨慢，速度是，哎，我开车组队了，队友要骂我了，哎，应该没事啊，队友应该不会怪我了。福袋是两分钟啊，全民福袋左上角，全民福袋啊。运气这么好吗？啊，开个垃圾车给我空，又是空感的，又是美洲大峡谷的，啊，这什么运气啊？准备扣六，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一定不要把屏幕左上角福袋当成普通福袋抢了啊！3000现金，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下方小手柄游戏云上大陆安装包很小，你试一下就知道，安装包。你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截张图，安装几秒钟安装好的吧。或者右下角白色小卡片啊，结束了，游戏就结束了。你一定知道我这把第一名吧？你已经知道我这把第一名了啊！刚刚这把王福袋就开了，来吧！谁可能有人看到我？你信不信这把绝对有人掉线，有人退了？他看到我开个南瓜车，他要丢脸了，他直接退了，还不如直接退了。有人退了是吧？看到是吧？对面的直接退了。这车小喷和氮气时长都很短的，真正意义上的小喷，大喷如小喷，小喷像饭屁。这里也不上，我就知道。稳住，稳住，稳住！我确定慢了，有点便秘了。但这个车的极系非常快，后面要来了，后面那个进道只要我们插进去了，这把就稳了，对准了，嗯 ，nice。怎么样，是吧？娱乐主播打拿不了第一的，我来进阶调整顺车拉一手单喷饭。上一把是 QQ 飞车手游最困难的赛道极速空感，这一把又来到了 QQ 飞车手游第二困难的赛道美洲大峡谷。来继续选车排位赛正在进行，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左上角福袋最后的几秒钟，注意了，最后7、6、5、4，来先把车选了，5、4、3、2、1，截图看了什么车，怎么老是这样截不到图，3、2、1，截图什么车，这把板车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啊， B 车或者 B 车一下开过之后三局真的没有， A 车起步机甲封顶，那么这一把我们不得来一个唯一辆 B 级以上的板车，它名字叫做什么，它的名字叫做金钻星爵，22.50分的福袋，香飘飘，有关注我可以参与，开始一分钟倒计时啊，一分钟的下方小说必须游戏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张两张你都甩过来，直接带走3000现金，不是我们直奔间下载的，是带走1500，来这把金钻星爵钻石板车，这个车你们哎，直播间反正你有在玩这个游戏的，100个人你有99个人有这辆车，免费车，你做成就白嫖的，做成就任务白嫖的。哎，有图来了，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截图，游戏里面的截图，我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直播间下载的。2148 OK， 是我们直播间下载，是我们直播间下载了，我这里会有可以查到的啊，是我们直播间下载了。
我要跑个素材了，我要跑个素材了，兄弟们，福袋还有没事？你恭喜人家下不回来是吧？下不回来你也能中啊？我直说了，这把素材有了，我有，我来教学一下，我真的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们在技术主播的直播间真的能学到点东西，学到点技术，好不好？好不好？就这把素材有了，还没有点关注的先等一下，看完你会忍不住把关注点上的啊。起步的小师傅没事啊，我们有个大招，来先走，稳住 ！WCW 第一名机甲车，第二名月影，那第一名机甲是我们队的啊。但即使是我队友，你也别想抢走我的第一名，来稳住。稳住，侧身拉过来，抓住最佳路线，先点过来，调整，直接给我起飞，拉下低，没事，被反差了，第二圈我还能飞，走，先走，稳住，第二圈我还能飞，稳住，稳住，拉过来顺侧，不要惊讶。是不是就像我刚才那句话说的一样，我希望你们的技术主播直播间真能学到点东西，好不好？来断空，落地调整，喂，好，这车不行，哎呦，我素材没了，我素材没了，没事，还能飞，呜呼呼，哎，我素材没了，我素材没了，我素材没事啊，人情世故格局打开，把第一名送给我的队友，我的队友啊，把第一名送给我的队友啊，人情世故格局打开啊，怎么样？你们感觉在技术主播的直播间确实能学到的东西，学到的东西，但因为跟这个失误，我刚才第二圈那个飞过去，我这把绝对是第一了。哇，气死我了，这素材给我整没了，来选车吧，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来，五四三二一，截图仙剑啊，这个车也比较特殊，这个车一定要给对面足够的压迫感啊，仙剑也是站着开的车，没关系，我就发嘛，没事啊，就是发一把教学局嘛，先进啊，这个车就是一样，还是一样，还是那句话，我有个办法让别人根本不敢跑在我的前面啊，什么办法呢？这个压迫感够不够？可能不够，这个脸还不够压迫感，换一个，这个压迫感又增强了一点，还够不够？还是不够。够不够了？现在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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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啊！三波福袋我先转一下，假装进手，极速控感，最后一秒解开，把精华都闷进了。哎，怎么解不开啊？沁园村来吧，沁园村。这个图咱们是腾空赛道的车，跑这平地图也不是不行啊。颜值，我给他加钱，他来的他这一句颜值技术主播，我给他加钱，刚才说3000现金是吧，我给他加钱，来给他加，愿意说实话的人不多了，来给他加2块钱，哎呦，什么32000，不是，吓死我了，3200现3002啊啊，收到，直播间大哥收到了，把大气打在公屏上，射程 WCW 就直线加速，队友少了一个啊，不是，对面少了一个，对面没了，对面你怎么赢啊，你告诉我，你怎么敢跑在我前面呢？有的人觉得我这游戏觉得丑，可能你确实第一次来我直播间，你不了解，你赚我是吧，多来看我直播，多提高审美，你会发现这个确实好看的，审美提高之后，你整个人这个
改变你个世界观了啊！就像我昨天，刚刚好我记起来了，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不是刷朋友圈嘛？啊，刚刚好我们有个那个叫什么？我们直播里有个粉丝团成员嘛，他发那个朋友圈嘛，官宣了嘛，说找了个那个女朋友，找了个女朋友，找了个游戏里面长得一模一样的，他那个照片长得游戏里面一模一样的，在我直播间他又能学习到技术，你看，他又能这个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大赚，又能参与福袋，太赚了。还没点关注的兄弟们可以抓紧时间把关注点上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到来。你没点关注，明天来不收不到我直播间了怎么办？来，氮气空泛，拿下这把第一，全车继续。你看看，这是很多人都开始点关注了，对不对？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来选车，福袋我继续了，咱们先把车选了。看我截图，继续把你们想开的车打在公屏上。五、四、三、二、一，截图。99，收99肯定是没有了，车库第99辆车。99辆还是 A 车，没事，它还是 A 车。先收99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来，50 50 2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0 90 95 96 97 98 99，它刚刚好是个点券车，兼并阿尔法，起步30秒内有特性，有数据的加成，有技能，30秒后它啥也不是了啊。所以要比较短的赛道，如果这个车跑比较长的赛道就很慢了啊。福袋发了，但这波福袋开始我们改规则了。你可以选择一辆咱们最新的 A 车，你可以自己随机选辆 A 车，我上好给你抽，或者你没玩这个游戏，给你折现折1000现金，啊，好吧。啊，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啊！我又忘记了，我又忘记换新手赛车了，可惜的，我又忘记换新手赛车了。反正一样啊，下班小桌游戏，云上打赌，安装到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的两张福袋，你就记住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福袋发图就可以啊。桌面一张，游戏一张，来车上起步。小票穿喷，不要放 ECU， 先走，慢慢来。我们前面30秒内还是有点技能加成的，不用急着放 ECU。方向键多点了一下，没事，侧身。刚才啊，我故意花式漂移失误。为了节目效果，好吧，现在这一局不会有任何的节目效果，娱乐效果，只有烂漫的操作。QQ 飞车手游最困难的赛道，极速空感最困难的花式漂移，抓了最佳的路线，车头摆过来，对准冲刺拉过来，调整小飘穿风。我跟你说了，毕竟咱们是 QQ 飞车手游官方授予“实战花式漂移天花板”称号的男人啊，不好意思，又被我钻到了。来稳住，轻卡调整，直线加速，空喷落地喷再走。今天晚上还没选到那辆车啊，那个车的名字叫做什么？霓虹啊！我这个车库里面最贵的那 A 车，它的价格已经超越了这个机甲车的价格，信不信？那有的没很久没玩这游戏，不知道有这辆车啊。我车库里最贵的那 A 车。没有加皮肤的价格哦，不是什么加那个传说级皮肤的价格，是没有皮肤啊，就是他车本体就一辆车的价格已经超过了某些机甲车的价格，好吧，来选车继续。哎，百分百成功率的啊，肯定是百分百成功率，好吧。直播间1.5万人了，是不是？来吧，就我刚刚说的那个霓虹，就我刚刚说的那辆，好吧，来，五、四。五，赶紧啊，没得选啊，赶紧，五四三
3、2、1，结束。打差上面一个就霓虹了，下把来吧，这把是第67，车库第67辆车，直接收67是没有的，没有啊，车我来50、15、20、25、30、35、40、45、50、55、60、65、12，好，又是个免费车，他的技能我根本用不到，我就实话说技能根本用不到，他的第一个技能啊，撞墙集气保留100%啊，那你们见过我撞墙吗？没有吧，是不是多余的啊，都多余的。假装进手苏格兰场最后一秒，我们一定要记住，把机甲赛道星星火车站直接给它进掉。车间一号公路，我刚才前面跟你说一号公路也可以花石漂移啊，刚刚好这把遇到了，咱们可以操作一下。左上角不带，铅笔不带啊。两张截图准备好在不在？谁中福袋谁带走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啊？没有玩这个游戏，你不想要 A 车，你就选择1000现金啊。如果你选择 A 车的话，就明天晚上刚开播的时候，我第一个上你的号，你安卓苹果都可以，第一个号上你的号给你抽啊。下方小周边游戏云上大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做了福袋发图就可以了啊。安装包很小，几秒钟安装好了。这把它的花式漂移点在比较靠后，那前面我们肯定要尽量好好跑，拉开距离啊。也把带有花式漂移失误了，这白给了。啊，不对，花式漂移不可能失误。这个车怎么跟扫地机器人一样？来，稳住，空翻落地翻走。好，第二名是队友，即使我们失误了，也不用担心啊。但是，就是像我上把那个花式漂移一样，很多人觉得我会失误，但其实我已经是100%的成功率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来，100%的成功率，进阶稳住，路线很重要的啊，路线很重要的。失误可能吗？来，小飘稳住，直线加速，空中冲刺，落地，这车不行。咋抢我第一名啊？好好好，第一名给队友吧，给队友吧，这队友挺不容易的，给他吧，没关系。哎呀，不小心冲线，算了啊。这个车刚才已经说了，免费车啊。刚才那个地方他速度不够，他这个正常点券车都能过去，但这个是免费车，正常点券车他都能飞过去的。你们看他刚才飞一半，他卡了一下，知道吧？是什么问题？很明显了。又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比如说这车不行，你们就一起来把这车不行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好不好？来，直播间1.5万人，欢迎大家走进纯技术主播的直播间。五，选车倒计时，5秒倒计时，5、4、3、2、1，截图。车是越选越老了，还有比这个车比这个 A 车更老的车吗？啊，黑夜传说。这个车已经绝版了啊！黑夜传说 ，QQ 飞车手游第一辆 A 车 ，DPA 车的其中一辆嘛 ，DPA 是黑夜传说先出的，对不对？什么黑色闪电、银河战舰加个猎鹰，啊，哎，跟上把一样啊，这把再假装进一手苏格兰场，最后一秒把星星火车站进了，雪山之巅机甲赛道对面进，龙金虎，这车能跑吗？新赛道，这个是新图龙金湖啊。来，这把玩福袋差不多开了，福袋是3分钟啊。左上角全民福袋，这把龙金湖三星图，看一下对面一个机甲，我们对一个冰魄，一个星皇，我这个黑夜传说格格不入。队友相信我，完了被对面认出来了。你好。你是妹妹吗？哎，来了。但是银河战舰是什么车？是点券车。哇，现在车这么轻吗？那个什么猎影是免费车吗？别转了！
蜥蜴人大也太盛啊！我这辆车，你这个机甲，我跟你说，我这个是你爷爷背的车啊，知道吧？有机会，不要急。技术主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把悬念留到最后一个弯道。转向差点转不过来，看这个极限飞跃，啊，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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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太老了。另外那几辆，我跟他说 DPA 车，另外那几辆就更拉了。这个黑夜传说跟那黑色闪电差不多同个级别的啊，然后比银河战舰强那么一点点啊，那就比这个猎影再强那么一点点嘛。来选车，把你们喜欢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左上角福袋最后40秒啊，选车，太难受了，这车跑起来现在跑起来太难受了。老古董啊，最老的，来，左上角全民福袋，最后的30秒，直播间1.5万人，有10000多人没参与福袋，咱们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下方小手臂游戏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单，记得先关注再参与，两张截图，待会直接甩过来，带走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好吗？来，5、4、3、2、1，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一把冰魄老二，什么老二？综合性能排名第二的 A 车老二。有人问，哎，冰魄怎么会是老二啊？下一把我给你们科普一下，你们把最强 A 车打在公屏上，我开一把你们就知道哪辆车是最强 A 车的。来，这把冰魄啊，不是我想开啊，绝对直播间绝对有人问啊，这每天都得每天开到这个车都有人问，不是说我想开，你看一下直播间，绝对是有人在问的。不带开的，看一下谁中了啊。23.08分的福袋，利己主义，来抬走，干嘛？为什么没有关注我？有关注我，这里显示回关，不是显示关注。抬走，重新发啊！关注技术主播是个什么很丢人的事情吗？啊，只有在技术主播的直播间才能学习到真正的技术啊！不要当成普通福袋抢的，左上角福袋不要当成普通福袋抢的。这把雪山之巅机甲赛道，但冰魄也可以跑的。哎呀，哈雷特！后追，这把极限后追起步，因为机甲车带的是机甲的起步技能，绝对是更快的。没有关注就直接抬走了，关注按钮在屏幕左上，我头像右边的红色按钮啊。你们自己选吧，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吧。 A 车的话就是我上号给你抽，你安卓苹果都可以上号给你抽啊。取关，对面干嘛上来取关啊？侧身新卡空喷落地，你跑挺快啊啊！你跑挺快是吧？我教你们一招怎么拉开距离，好吧？教你们一招。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们的技术主播的直播间真的学习到技术啊！现在的距离是不是这么近，对不对？啊，拉开了一点，哎，拉开一点，那也是拉开了，这个也是拉开距离了嘛，对不对？但是我队友啊，没有队友可以，这招叫技术主播不走寻常路啊，这弹射甩尾拉过来稳住，加速。人呢？后面这不稳了吗？选车，拿下！队友第3名稳了，选车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哈哈，
来，直播间又来到了 1.5 万人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绝对啊，有人刚刚来我直播间啊，把我当娱乐主播的，因为咱们抖音的娱乐主播很多，对不对？哎，你特别啊，你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想当然的也可能把我当娱乐主播，但是你错了。给我一局的时间，带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技术主播。刚才我说的什么最强 A 车，还有我的车库里最贵的一辆 A 车可以安排上了，好吧？来，五、四、三、二、一，截图，来一起来看一下这把什么车？雷诺。我的车库里面一共有七辆雷诺，当然抠数自选，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只需要告诉你，第七辆雷诺是机甲雷诺奥琳娜，那大家应该肯定都在抠七，对不对？另外几辆还是给你们看一下吧。这六辆啊，一二三四五辆，六辆 A 车雷诺加上一辆机甲雷诺，好吧？你要选机甲雷诺，你就打数字七，好吧？来，五、四、三、二、一，截什么车？从下往上，第一个这把一二三四第四辆，我看一下，一二三四玉龙雷诺，这是一辆勋章雷诺，勋章雷诺。但是雷诺家族，都基本上都有的这个耐撞属性，它是有的啊。受撞车影响减弱40%，好吧。耐撞是有，但是作为勋章车，25块钱的勋章车，它的这个基础性能没那么高啊，基础性能是没那么高的。福袋剩6分钟，屏幕左上福袋啊。假装进一手11层，哎，让队友以为我进了11层，最后一秒我给他解开。什么意思？你，好好好，我解开你给他进了是吧？你，哎，你给我等着啊！小陈啊，怪不得，我服了他的队友。我十一层我解开给他进掉了，不太喜欢十一层啊，你最好是啊。我解开你进了啊，服了，老六啊，选图也要当老六。射身，哇塞，怎么这么多哈雷特？小陈，拖住他们，小陈，我马上就来，我当老我留 ECU， 我留 ECU 到最后命再用，你帮我拖住他们好吗？什么小子？我陈哥，陈哥拖住他们，陈哥。能追，能追，能追，不要急，能追。顺车，车神，冲刺拉过来稳住。我来了，不要慌。技术主播追，站住！站住！站住！这车不行，我需要拿第一名吗？我可以拿。但是这把已经赢了呀，啊，已经赢了，好吧，把你们想看的车继续打在公屏上，非常棒，看我截图截到哪个车赢了呀，看清楚，赢没赢了啊，是不是？很简单，很轻松，哈雷特也没用，来五、四，感谢北华欢，感谢老板送来的大墨镜，给了北华欢啊，感谢老板，来五、四。三、二、一，揭露，赢了就行嘛，对不对？银河有两个，我直接跟你说了，银河之光这辆车很特殊啊。感谢小钟同志又送了个大墨镜啊，感谢老板。等下，左边这一辆是 QQ 飞车手跟正版的奥特曼联名的这个银河之光啊，右边这个车狗都不开。银河战舰是 QQ 飞车手游第一辆点券 A 车，
2018年还是2017年就有的车，好不好？就左边右边一二都可以，你们来选。五四三二一，截图看一下啊。当然是想扣一的，当然大家都想看这个 QQ 飞车手游跟这个奥特曼，看清楚啊，奥特曼正版品牌授权啊，不是我瞎说的啊。那么炎龙侠要变身了，变成奥特曼了啊！这发型怎么回事啊？换个好看点发型啊！中分可以，这中分可以啊！看到没有？奥特曼正版授权，衣服也搭配了，衣服加上这个咱们的银河之光，这辆车也是啊，这辆车也是啊，这 A 车也是联名的。不再是两分钟啊，最后两分钟。那记住了。QQ 飞车手游还有跟铠甲勇士联名，想不想看？跟铠甲勇士联名那个皮肤，好不好奇？想不想看？老街工地，我们是后追车呀！老街工地，我不起步就开始领跑了，直接拿下第一了，这把稳了。对，铠甲勇士也有下把可以安排上了。还有什么跟葫芦娃也有联名？这游戏真奇怪，什么都能联名，都有。下巴也可以安排上，你还有跟什么现实中的车联名啊？我们今天晚上就开了个玛莎拉蒂，还有什么兰博基尼啊，什么劳斯莱斯啦、迈凯伦啦、科尼赛格，这游戏都有，都可以选。对，帝皇侠，哎，帝皇侠，对，帝皇侠，射身，射身，啊！我这个车是落后于第一名的时候有这个特性的加成，但好像我用不到这个技能了。稳住，拉回来顺车，千里甩尾，甩尾快出，进阶调整，顺车拉一手，进阶拖过来，这把一骑绝尘，我说的，但凡你们能看到一个人冲过终点，我直接把我头拧下来给你们当足球踢，好吧？这个距离看到没有？人呢？这个是个人计时吗？进阶再走，顺车拉一手，小风留住，就顺车调整过来，就顺车拉一手过来，再直接顺车暴力，走到最佳路线，牵引侧身。再接甩尾快出，进阶距离继续拉开，再拖飘，再拖过来，再拖。哎，这车不行，小师傅没事啊，小师傅，双杀甩应该是通了吧？这是拉一手直接冲刺，哎呀，小师傅没事，应该是通了，这绝对通了。通了啊，福袋也开了，我看一下啊，通了吧，通了，通了，选车来，把你们想开的车继续打在公屏上，来吧，福袋开的23.19分的福袋，氧化铝有关注我可以参与啊，开始一分钟倒计时啊，一分钟之内下班小周边游戏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一张，两张截图甩过来，直接带走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福袋这波没中没事，还有下一波啊啊！没有中福袋也没关系，游戏里给大家买的这个专属福利，输入口令6565就能参与啊，只有我们这里下载才有啊，但是目前好像只有安卓系统才可以参与。来五，直播间快20000人了，怎么回事啊？不愧你看我通杀了，我通杀这把通杀了，直播间直接20000人了。来五四三二。一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一把原级之星，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QQ 飞车手游跟这个铠甲勇士联名的一辆机甲车的皮肤啊，皮肤你吓死我了，图来了，我你看你发的是什么游戏还没进去啊，可以吓死我了，桌面一张，游戏一张啊，等一下，我先把咱们的车换上。原级之星的帝皇侠皮肤啊 ，QQ 飞车的时候跟铠甲也是联名的，咱们换上炎龙侠的这个套装了。炎龙侠骑帝皇侠，我
我查一下是我们这里下载的啊，或者你选择 A 车也可以跟我说啊。OK， 没错，是我们这里下载可以查到的，可以查到的，我们这里下载了，可以啊。终于啊，咱们前面刚才最前面几波福袋都是不是我们直播间下载的，就是折一半，1000纸袋走500，3000纸袋走1500。秋明山这个图我就不搞什么花里胡哨了，我就不整什么花里胡哨了。啊，这把就直接起飞了。然后这个赛道能来个花式飘，那个地方花式飘，它的名字叫三连反向断空飘啊。来1000现金啊，说到还直播间打个说到了。来说到请回答，福袋还有，这把好福袋继续发啊。射程第一个弯道看好了，来了，断空起飘转最佳路线，这车不行。没有没有，这个地方它的花式漂移就很容易卡 bug 啊，很容易卡到那个管子里面去啊。你们刚才你们看到，它不是说我失误了，它车头它有时候会卡进去，有时候不会卡进去，没卡进去它就成功了，知道吧？所以它有这个问题在，这不是说我失误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撞墙点过来，撞墙再点，稳住，暴力调整，牵引弹射。直接点过来，加速加速加速，不愧是机甲车，顺车拉一手，小飘拐过来拉下第一，是啊，他容易卡 bug， 对，很容易卡 bug， 没办法的事情。来，福袋我继续发了，先把车选了吧，再次把你们想开的车打到在公屏上。这车还不行，这车怎么你在我直播间偷听我讲话啊？对面的，啊，你是来狙击我的吗？对面偷听我讲话，来，感谢点亮灯牌，感谢大家关注，福袋也是一样，先关注再参与。左上角福袋正在审核，马上出来了，咱们先把车选了，好吧？5、4、3、2、1，截图什么车？看一下这一把神影，免费腾空 A 车神影，跑腾空赛道比较快啊。福袋出来了，左上角全民福袋，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别当的普通福袋抢了，1000现金在里面，或者一辆 A 车你自己选啊，都可以啊。没玩这游戏你就选择1000现金，或者你不想用 A 车选择1000现金都可以啊。咱们直播间广告商赞助了，我介绍一遍啊，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啊。在你们聊天框预备的小手柄点开，安卓苹果反正小手柄只要能点开就参与福袋，就可以参与福袋。里面游戏叫云上大陆，安装包很小，几秒钟就可以安装好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哎，进到游戏里面再截张图，两张截图放在相册里面，中了福袋发图就可以了啊！给刘十三，给刘十三，感谢老板的冰糖玫瑰啊！给刘十三，这把月光之城是属于机甲赛道，但是我们作为这个腾空 A 车，这个赛道也是有腾空点的。说慢，它也不会特别慢，但还是慢啊，但还是会慢的。哎，没事，机甲是我们的队友啊，机甲是我们队友啊！给刘十三，感谢老板雷古助威，还有冰糖玫瑰，感谢老板。老婆他气，感觉最爆，感谢老婆的礼物啊，感觉最爆，感觉睡觉时不困的礼物啊，感谢大家啊。两张截图啊，就这两张，桌面一张，游戏里面一张啊，桌面一张，游戏一张，每天晚上都有，咱们长期合作，广告商长期合作的，每天晚上都有。我们现在没有要求实时截图怎么样的啊，就是提前准备好截图，你可以专门弄个相册嘛，把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送入福袋发图就可以了。来侧身，侧身，呦呦呦呦！不是说你是我队友，你是能为所欲为啊啊！追！你很快啊！甩尾段位直线加速稳住，
空喷肉粒般带走。怎么拉不近距离呀、啊？哎，来伪装备带走，稳住。卡七，空喷落地顺侧拉一手冲刺。哎，不追了，这怎么追啊？弯道，你放点弯道，咱们能拉近点距离，这直线又被拉开了。这辆车狗都不开，这车不行。地面队友把地面把地面给我，给你5块钱，好不好？怎么样？6块、7块、8块，算了，选车吧，把你们喜欢开的车倒在公屏上。速度差太多了，真的，这速度真的是速度的差距啊！但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关注按钮在屏幕左上角，我头像的右边，选车，先把车选了，奖励一把机甲车，哈雷特，好吧。5、4，不对啊，机甲车就算了，不要机甲，不要机甲，没必要。要不然以为我只有机甲车才能赢呢。3、2、1，解读。火单字一个火，这么多火就随机选了，好吧？重新让你们选，又耽误时间了。我来。火。怎么就3辆啊？这几辆都没有，3个我随机选吧，好吧，就3辆，这边3辆，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刚刚好，流火班带，传说级皮肤，来特效拉嘛，怎么样？这个车不得了了，我刚才跟你说过 ，QQ 飞车手游唯一一个，总共就5个传说级皮肤，这个是其中一个啊，可以的啊，可以的啊，来。可以的，传说级皮肤，来看赛道。哎呀，我不装了吧？我不装了吧？就这把又要开始操作了，又开始操作了。机甲就机甲了，你以为是上一把那种赛道啊？你以为是上把那种机甲车很快的赛道？看我操作。这一把跟你们说啊，等一下切割。今天很多第一次来我直播间，还没给我点关注，还没有加我粉丝团，那请你看完这一局，看完这一集，你会忍不住把关注点上，忍不住把粉丝团加上。为什么呢？不要问，先拿出你们左手大拇指，放到屏幕左上角我头像右边的关注按钮之上，先不要点啊。当你们实在忍不住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主播的操作太牛掰了，哎，你再把关注点上去也可以啊，不急的，不急啊。完蛋了，不是、啊，这毕竟是机甲赛道嘛，所以说这把所以说我们可能追不上人家也很正常啊。人家一辆机甲是3000块，你说我现在这辆车是吧？你皮肤没有加成啊，皮肤虽然也挺贵的，我这皮肤确实挺贵的，这皮肤没加成的。哎呀，追不了了！本来想花式漂移的，整不了花式漂移的。悟空，站住！花帅花式漂移，花式花式，我操，花很花、哎，这车不行。唉，其实也证明了，这就是证明一下，咱们不是那种娱乐主播打人机局了，是吧？多的我就不说了，搞得很像娱乐主播找借口一样。多的我就不说了，选车吧，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你现在可以打娱乐主播啊，你现在可以打。当下一把看完，你要改口了啊！
下把看完你们要改口了，好吧，来选车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五、四、三、二、一，截图。技术主播的三、二、一，截图。别了，技术主播的直播间就不要嘻嘻哈哈的了。来，我这个车库里面最贵的一辆 A 车，它的名字叫做霓虹。知道的人就不要说了，不知道的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车它卖到了什么价格。我提醒你们一下，它比某些机甲贵，你们可以不知道可以猜一下，大胆的猜测，它比某些的机甲车贵啊，值不值？你们觉得？就这辆车，霓虹，后追车落后于第一名的时候，它会比较快一点，可以触发了它的技能啊，嗯，可以触发它的技能，它的特性，假装进手，极受空感。最后一秒，我们把岩关完成，直线赛道进了。对面没有机甲车进，岩关没进到。哦，我们先庆祝一下吧。我们先，哎，先庆祝一下。福袋马上开了啊！福袋剩一分钟啊，马上开了啊！马上开了福袋啊！全民福袋，一辆 A 车或者1000现金，准备好左上角啊！我们不要放技能，不要急，慢慢来。因为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跟前面这个人不一样，他很想拿下第一名，对不对？但我们不是说拿下第一名这么简单。我看他三下子，他要撞我，还好有个墙给我挡了一下，他要撞我。队友啊，我们是队友，哎，没踩到这个，太狠了吧你！顺车快路走到最佳路线来啦，车头摆正，拉过来调整，直接给我，这车不行，成功了啊，成功了，只是说你只是不太那么不太怎么说，这怎么就是不太完美是吧？成功是成功了，对，很完美也没有啊，就是成功了，只能算是普普通通成功了。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啊，他已领先了，你可能觉得哎，主播啊，你这个花式漂移失误，还第一名还给人还没了。你们忘记开局我为什么说我不放 ECU 吗？是不是？那肯定是有用的啊，那肯定是有地方要用的，所以我前面给他先留住，我先不用，好吧，福袋开了，先把车选了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车库里面这个2500 2500的 A 车啊，2500的 A 车，2500的 A 车，值不值？你们觉得？福袋开始换一下啊！直播通知23:34的福袋，扶我去网吧，有关注我可以参与，开始一分钟倒计时啊！一分钟的下方小周边游戏，云上大陆两大就甩过来啊！来选车，五、四、三，先把车选了，三、二。一，截图。模组，这辆车是加速带 A 车，暗虚模组啊，只有这一个吧，只有这一个模组吧，加速带 A 车，有加速带比较快啊，有加速带咱们的触发特可以触发特性啊。模组来，我怀疑是不是我们这里问题，为什么看这些这个人他的 IP 地址又没有显示？正常不都有显示 IP 地址吗？他为什么没有 IP 地址啊？哎呦，他现场他开了福袋现场截的图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刚刚这一局吗？空感。
左上角游戏头像点开，带数字 ID 那个截图再发一个。我要查是不是我们这里下载的。来吧来吧，开了这把。福袋还有，福袋还有啊。加速带有啊，这图是不是有加速带？虽然就中间那个直线有啊。射身，射身，但我这个图最喜欢的就是把悬念留到最后一个弯道。咱们前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肯定这个地方也有人放 ECU 的啊，有人放了，对不对？那我不放，我就留着。哎，第一名月影啊，他放了一个，好，他急了，他想摆脱我的追击。看我，如果我十秒内能拿下第一，信不信？十、九、八、七、六、五、四、五、四、三、二、三、二，是不是十秒都不用？来追，追我！顺车拉一手氮气空泛，我直接 U 甩，调整再弹，稳住加速，是不是？游戏直接结束。我手上还有个 ECU 啊，你要不要跑到我前面去啊？你去前面，你去前面。对对，哎呀，选车来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看我截图准备好好吗？21哎，是我们这里下载的，是我们这里下载的，没错啊，能是我们这里下载1000现金啊，全额带走。收款码发过来，最好两个软件收款码都发过来。来选车，看我截图继续。直播的1.4万能欢迎大家，5、4、3、2、1，截图，你们就像他一样准备好截图就行了啊。兰博基尼，它有两辆，我就开那个大家最喜欢的，平时大家最喜欢看的那一辆，好吧？另一辆那个黄不拉几的，狗都不开，兰博基尼 RS 啊。就这个可以吧，这辆好开起来好看一点。那一辆就是因为它速度不太够，我能打低，就是跑起来观赏性就比较低了，跟拖拉机一样，太慢了有点，对不对？来吧，信源村五星赛道，困难赛道。福袋再来一个吧，我不知道小手笔还能挂几分钟啊。福袋咱们再发一个吧，好吧。就像这样子，云上大陆安装的桌面截一张图，进到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福袋发图就行了。我再发一个吧，好吧。左上角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啊，来，安装包很小，几秒钟就安装好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桌面一张，游戏里面一张，来侧身起步。对抗，刚刚右边的 A186 直接被我卡上墙了。来，先让他先走。他刚才有没？刚才没注意，他是不是放 ECU？ 他有没有放 ECU？ 先放了吧。内线直接卡住，是吧？你急了，你是不是急了？啊，这里放 ECU 干嘛？队友没了，我这头也通杀不了啊！队友这么远，刹车！哎，队友追了啊，追了一下，啊，可以，第三名了，队友完了，拜拜，我先走，先把位置抢下来。他肯定要撞我了，我跟你说。又要我新视频你发了啊，又要有小丑，他肯定要撞我了，他进道又要撞我，看来我直接不走进道，
干嘛？这最近什么分？这排位赛什么风气啊？一看到进脑就想撞人这种。哎，一看到进脑就是一看到进脑就想撞人，很坏，很坏啊这种，很坏。选车来，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三波福袋我先安排一下啊。个十百千收到，可以在直播间打个收到了，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你！来选车，老是想撞人。他其实他不撞我，他走近道，他刚才是不是不撞我？他不撞我，他直接走近道，他是不是赢了？对不对？就一定要怼我一下。哎，五，选车选车选先把车选车选先把车选了。五四三二一，截图。综合性能排名第二的 AC 又来了，又要有人问了，你们别光问啊，你们选最强 AC 是什么，对不对？你们选，这把我们又来到综合性能排名第二的 AC 兵铺啊，别光问嘛，来，这辆车目前是最适合入手的一辆 AC 啊，北海渔场。给我直接进了，因为是机甲赛道啊。换三，很好，起飞。我不知道手柄现在还在的，还没下来，抓紧时间下载啊。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福袋里面是一辆新车，一辆 A 车或者，你可以选择1000现金啊，二选一都可以。广告商赞助了啊。下方小手柄游戏，云上搭暖装的桌面截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福袋发图就可以了啊。或者屏幕右下方白色小卡片，矿山矿难赛道啊，来，这个玩家尔不是刚才在我对面吗？啊，刚才是不是你要取关我还是干嘛？小陈，小陈，第一个弯道就不要急着放氮气，我就慢慢的过来。要管队友吗？应该不用管队友了。来，没了啊！对面的最后名已经是白白了啊，已经是白白了。所以就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又是拿下了第一。选车准备好，热门外面的兄弟可以点击我们直播间，我们正在进行的选车排位赛，来吧。记得关注啊，关注你在屏幕左上角我头像的右边啊，来，五四三二一，截图，金耀。这个车是闪耀之星的升级版，金耀之星啊，长得挺好看的。那通常来说 ，A 车啊 ，A 车里面这种老车，就以前出车是怎么出的？就正常来说，这个车要是好看的话，它性能就一般了啊。金耀之星啊，还能觉醒吗？觉醒还要64个石头，我不够，算了，咱们就不要浪费点券了。比赛中第二次获得氮气后，漂移过程中集气满立刻生成氮气，且生成氮气后继续集气。啊，也是适合实战的 A 车，但是它没有给这个数据，就是加速度和动力的加成啊，没有额外的加成，只给的这种适合这个实战的这个属性啊，也行吧。啊，雾山凤吟不用想了，直接进啊，来，90%概率是梦回古蜀的。因为是赛季指定赛道，概率会大一些，哎，对不对？这个车很老了，这个车真的很老了。四星赛道，梦回古蜀。
这个赛道首先是美猴王啊，不是什么美猴王，这孙悟空的国服记录赛道啊。然后对面注意了，有个巅峰大师，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是极速之巅，全国前100能获得赛道啊。队友，你上来就说相信我好吗？感觉可以，什么意思啊？这队友怎么变脸变这么快啊？啊，对面全国前100开这个孙悟空。我可以，我可以。相信纸机，就你叫孙悟空是吧？双杀甩，稳住！哇，别怼！哇，小喷被他怼没了。跟得很紧，稳住，这把有机会。组个 WCW 柱，点票拉过来。顺侧暴力，赶紧跑。后面跟上来了，再甩，稳住。侧身拉一手，这边蹭喷。氮气直接空放。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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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哎，队友上来就说这把打不了了，怎么打不了？怎么样，队友？怎么样？评价一下我的表现，评价一下。什么三个机甲是一队的？什么叫三个机甲？什么叫三个？我开的这是我这又不是机甲，你把我当成元极之星了？队友把我带成元极之星了啊！我这是金钥啊！队友把我当机甲射了，哎，感谢，哎，感谢扶我去网吧，这个来中福袋的，感谢扶我去网吧，感谢老板的保时捷啊！福袋左上角剩一分钟啊，下方小手柄游戏《云上大陆》安装包很小，几秒钟安装好了。福袋也嘛，剩一分钟还来得及啊！安装到桌面截一张图，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放在相册里面，中了福袋两张图发过来，直接带走一辆 A 车或者最新 A 车或者你1000现金啊，两张截图啊！现在下来都来得及，好吧？咱们直播间广告商赞助了，先把车选了，桌面一张，然后进到游戏里面截一张，好吧？5、4、3、2、1，截图，真的是我被当成机甲车了，这把火神啊，火神！他什么三个？哪来的三个机甲车啊？火神，开过了，刚才开过了，这老车啊，18年还是19年车，老车，老古董，老古董。火神有人选，那海神没人选吗？嗯，这两个车，他差不多一起出的吧。哎。这榜二是哦，榜二刚才中福袋，赶紧扶我去网吧。这次感谢老板，感谢老板的这个保时捷啊，感谢罄竹难书，感谢老板的热气球，感谢罄竹难书啊。啊啊哈！机甲赛道，奇米法兰西，看对面什么车的福袋开的，我看一下啊。直播通知23:50的福袋 ，L O N。九月份咱们带的，咱们在带斗破风云的时候，他中过福袋啊。我看一下咱们的新游戏你有没有啊？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一张，两张截图发过来。这是这一周第一次有一个人第二次中福袋的啊。赶紧吸吸欧气。哎，你别没图啊。两张桌面一张，游戏名张，两张截图，一分钟之内。不是吧？这么尴尬吗？
我感觉要抬走了。哎，来了来了，看图对不对啊？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一张，来断空飘，调整过来。就你叫月影是吧？我是你前辈，稳住拉过来，侧身。谁还没准备截图？兄弟们准备一下，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的，准备一次截图，每天都有啊。复位过来，进阶，直接断档。后面要来了，后面要来了，后面要来，后面要来了，哎，哎，没事，没事吧？这怎么办？直线被秒了。哎，但是他也有 ECU 啊！哎呀，你选车吧，把你们想开的车打到最公平上。云上大陆桌面一张，游戏一张，没问题啊。选车吧，把你们想开的车打到最公平上。没有要求什么等级，没有中福袋也没事。游戏里给他安排的专属福利，输入口令6565啊就能参与了。只有我们这里下的才有，这个是不需要中福袋的。口令6565，那好像只有安卓可以点吧？先选车吧，来，5 4 3 2 1，截图。好久没开机甲车了呀。BRQ，B 什么 BRQ 什么东西？什么？上面天使之翼，你给我翻译一下吧，说不定是我没有理解到你的意思啊。BRQ0JK 是什么？天使之翼是那个玩意儿啊？这个 B 车它没有技能的啊，没有特性的这个 B 车啊。感谢四一，感谢四一的为你举牌的四一，感谢老板，感谢四一啊。有没有可能空港他又要来了？今天这是第三局还是第四局空港了？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吧。2045129，但是要折一半了啊。20451298，我们这里查不到啊，不是我们这里下载的。20451298，哦，可能在别的主播那里下载，那折一半了，1000折一半500了，这都能排到，怎么了？我不会玩，干嘛？侧身，侧身。哇哇哇！哇哇哇哇！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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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机会啊？这车有点慢哦。哎呀，对，第一名前面断空飘失误，就有机会。哎嘿嘿嘿，被堵到。狗都不开，这车狗都不开。队友说我是假的，车，对啊，车不行啊，车你知道车不行，还说我是假的。
你知道车问题还是我自己？感谢 F O R M E R L Y， 感谢老板的为你举牌，感谢老板。选车，你知道车不行了，还是我是假的？什么意思？你开个月影啊？你跑第六名啊？还是我是假的？选车，五、四、三、二、一，结什么车？飞跃点券车啊？是我不配开好车了。这个车以前你这个车刚出来的时候，在点券车里面算非常好的，算 number one 吧，每秒自动集气2.7%，因为那时候缺集气啊，是吧？现在完全不缺集气了，现在咱们宠物气就补很多了。散步回来，我先安排一下啊。500加2块钱吧，因为他发了一个颜值技术主播，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给你加2块钱吧，好吧，把大气打在公屏上。新赛道角色加息，可以的。新图很多人不会玩，为什么？都懒得，很懒，不练图是吧？很懒的不练图，所以我是有优势的。我觉得我是有优势的。颜值技术主播求放过，你要这么说，那我真的会放过你哦。啊，这边铁粉是吧？侧身，空喷落地，甩尾。哦！怎么回事？落霞与孤鹜齐飞。不对吧？技术主播的粉丝怎么会是娱乐粉丝啊？啊，技术主播的粉丝怎么是娱乐粉丝啊？你看这对面的，是粉丝，刚才说是粉丝啊，上来就打一个颜值技术主播，这肯定是粉丝啊，说明他是假粉丝，所以我这把就不会把这个，本来想让他们赢了，那这把就不让他们赢了，他可能专做是粉丝的，是吧？除非你证明你在我直播间，你送个墨镜，你证明一下，好吧？你证明一下，这就是这个刚才是对面这个第二名是吧？你证明一下吧，我给你道歉，好不好？这把就我本来是，我也很诧异，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粉丝，你送个墨镜，好吧？那这把好好看一下，那你们先，咱们就先选车吧，好吧？先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来看我截图继续，先看一下，看来是不是真的。来看一下啊，你们选车我来开啊，看一下，看来直播的1.3万人，欢迎大家来，五车先选，五四三二一，截图看一下，怎么又是神影啊？这个车的局限性太大了，免费车里面他打腾空赛道会比较厉害一点。哎，感谢阿瑶，是你吗？阿瑶，感谢阿瑶送来的大墨镜啊，是不是你啊？啊，很抱歉，我把你当成娱乐粉丝的，很抱歉。可能你这个图没玩过是吧？可以理解。感谢大家点灯牌，感谢大家灯牌啊！腾空车啊，腾空免费车。咱们这。我看一下，福袋再来一个吧。我不知道小手笔还剩几分钟了啊，但我发好吧，我先发的啊。我得先介绍一遍了，因为这应该是最后一波全民福袋，最后一波福现金宵夜了啊，好吧，应该是最后一波了。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不要把屏幕左上角福袋当成普通福袋墙了，准备好截图参与福袋，好吧？什么截图？两张截图，在你们聊天框右边的小手柄
里面游戏叫《云上大陆》，安装方很小，几秒钟就安装好，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安装的桌面截张图，啊，游戏里面截张图，两张图你放在相册里面，中了福袋之后，你把两张图发过来，直接带走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啊。你选的 A 车就明天晚上刚开播的时候，我上号上你号，你安卓苹果都可以，我上你号给你抽啊。那现在没什么好的 A 车，你肯定大多数人选择1000现金了。没事，这个图我最不怕这图了。虽然咱们是腾空车，这个赛道是平地图，但我们有我们的细节啊。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赛道开的新手赛车大战五辆机甲车，照样拿下了第一。这一把拿不掉啊，这把就拿不掉第一了。来，我先不说好了，第一名跑挺远了，别跑了，跑多远都给我追上。队友让一下，让我来，相信我，让我来，好吧。啊，第一名哈雷特呀，怪不得跑前面跑这么快。哎，你怎么不跑？你跑不动了吗？跑不动了吗？嗯，卡位，调整一下。哎，调整，落地顺侧，卡位，没卡到，没侧身。哎，拉过来，你先走吗？你赢了，你好快，你赢了吗？拜拜嘞！啊哈哈！哎，还好我技高一筹，我在前面吧。我绝对在前面，我看得非常清楚，我在前面。然后我第二名，哈，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好，这么整是吧？好好好，选车吧啊！这游戏不行，这游戏有问题，给针对了，这给针对了呀，这给针对了是吧？啊，我在前面还输了。追半天，我追上来了，你给我这，好好好，来选车，五、四、三、二、一，截图，气死人了！卓越，你更气死了，更气死人了，你卓越，感谢，感谢老板捏捏小脸啊！哎，本来可以不开的，开一局吧，咱们把关注点上，这主播真的是。为了大家想看是吧，正常我们直播间逼车或者逼车一下开过之后三局真的没有，这把我也可以不开，但我突然想挑战一下，哎，咱们跑个素材出来怎么样，咱们跑个素材出来。卓越啊，这辆车就比较不怎么卓越了啊，算是第一批逼车吧， QQ 飞车所谓的第一批逼车。亚特兰蒂斯能飞吗？这玩意能飞吗？我看一下啊，这个赛道，哎呀，对面两个机甲，你是真的欺负人了啊！对面，感谢洛师妹，感谢老板的万里挑一，感谢该怎么去爱你，感谢老板的加油鸭帽，感谢老板，谢谢。来选车啊，没有什么选车，起飞啊，起飞！福袋剩五分钟，左上角啊。在五分钟，来侧身起步，侧身，再侧，又是哈雷特，烦死了！现在排位赛全是哈雷特，你最好能稳得住啊，别被我个卓越追上了，那可能是有点尴尬，有点丢人了。
第一圈我不飞，飞失误了这把就直接完蛋了。我先慢慢的来，慢慢的走，太慢了，气死！逼迫你去追吧，我是追不了的，我是啊！卡气卡气，再走，稳住氮气空放，借小标双喷直线加速，有没有这可能？我上去把这个第三名这个逼迫干掉，我们掐个烂分，让对面跑第一名也没有用。准备实施计划，准备实施计划。扣六，稳了。对面后面没了，对面后面没了。怎么说？嗯，你机甲很快哦，你机甲是不是很快啊？有用吗？我问你有用吗？谁赢了？啊？啊？你卓越哥哥赢了。来，选手，什么开挂？什么开挂啊？这个地方可以飞的，什么开挂？这牌是我开挂了。啊？什么开挂？选手。这地方本来就可以飞的，这跑法，我教你跑法，你说我开挂啊？来选车排位赛，把你们想看的车继续打在公屏上，五、四、三、二、一，截图，恒星啊，你老古董啊，选点新车啊？咱们的1497还没登场啊，传说级皮肤1497还没登场啊。18年的啊，18年的车，恒星，很老的车的。福袋是两分多钟啊，这把玩福袋就开了啊，1000现金或者一辆 A 车，别当着普通福袋想的，特别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兄弟们啊，再给我来个天空寻梦，11层恒星这辆车狗都不开，开悬浮，开悬浮，开悬浮车。小手柄已经没了是吧，每天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小手柄就没了，反正你们准备好有截图参与福袋好吧，没有中福袋也没事，云上大陆游戏里面给大家安排一个专属福利啊，输入口令6565就能参与，这不用，只有我们这里下载才有啊，不需要中福袋的。下一把再开恒星，没有说不开，放心啊，会开的，你可以放心啊。我悬浮车也要保队友吗？悬浮车不耐撞啊，我怎么撞人啊？怎么办？有了，这不用不用我了吧？我不需要帮忙了吧，靠你们自己了、啊、有了有了有了，你们稳住啊，我输啊，输不了一点，稳住，这小标弹射拉过来，再连过来，
再连刹车点住，直接甩过来，调整车头再摆过来，氮气延续拉过来，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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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这把的第一。哎，刚刚的恒星该开要开啊，怎么作为全能技术主播，怎么能不会开悬浮车呢？是不是？咱们都得会啊！感谢意义，感谢老板送来的游戏手柄，感谢狗头是技术不？感谢老板送来的小恶魔福袋开的，我看一下啊，0:11 N O V 有关注我可以参与，开始一分钟倒计时啊，一分钟之内两张截图发过来，1000现金直接带走，或者辆 A 车啊，这把是香波岛的。参与了也关注，就是不理你。你要中福袋发图，有的人你知道，他加我 V 给我发图，我就气死了。直播间中福袋，中了福袋，两张截图发过来，现金带走，知道吧？不是说你现在那每个人都发图，那不是破产了？最强 A 车是哪个？还在问最强 A 车啊？来侧身起步，侧身第一个把它双塞一右甩，咱们这车非常老了。可能有人你现在，可是直播间肯定会有人在问这是什么车啊？你打半年，有的车你打一个月见不到一次啊，这个车你打半年都见不到，见不见？你打半年排位什么都见不到一次，这不福袋抬走了，怎么回事？来稳住加速，奔到这边走，加速暴力。哎呀，你好好好，没了。来了这图都直线啊，太便秘了。来再清甩，留个小喷，主 WCW 就直线加速拐过来的千里弹。至少拿个第二吧，第二有啊，第一名机甲车不太好追啊，不太现实啊，我觉得能追个第二名，信不信？作为技术主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把悬念留到最后一个弯道。我一吸又刚才好像能拿第一名啊！刚才其实我意思就拿出来能拿第一名，这转向太差，这车转向太差了，转不动，转不动，狗都不开。这个车也，这个车也加入那个狗都不开系列啊，狗都不开系列。感谢06Y，感谢老板的闪耀星辰啊，也加入狗都不开系列了啊。选车吧，把你们想开的车打在公屏上。来来来来来来，选车选车选车，五、四、三、二、一，截图。哎呀，感谢哎，这被挡到了啊！感谢这个意义，感谢老板的黄头罐头，感谢老板啊，谢谢，感谢老板的三、二、一，截图。雷诺又是七辆雷诺了，刚才没选到机甲雷诺，有点可惜了，是不是？车库里面有七辆雷诺啊，第七辆是机甲雷诺啊，你们来选，这里有六辆是 A 车，第七辆是机甲雷诺，来，就扣数字七吧，或者你这里有想看的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但就注意了啊，有几个是道具车，你别把道具车选出来了啊，五、四、三、二、一，结，这不就来了吗？嗯。感谢意义，感谢老板又送来这个雷鼓助威，谢谢李志小伟老板，这说的挺多了，感谢老板啊，这是机甲雷诺的奥利娜啊，第七辆，这是第七辆啊，每天固定的那个会员十个人，一人100块，我先发了啊，有条件可以加个会员啊，左上角的关注按钮点完就可以看到会员按钮了，抽十个人。报销会员福袋啊，每天都有啊。怎么又这图啊？
但我这把是机甲车的啊，我可不怕了。刚才上把直线太慢了啊，这把不怕直线慢了。一二三，越蚁逼迫啊！又我一个机甲，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拿下第一太简单了，我不仅是要拿下第一了，这把要完胜了。上把我们完败，我们对四五六，这把我们要完胜，要补回来了。关注。最后一名队友位置还可以啊，但现在第二名队友跟对面打得难解难分啊，不太好操作。继续观察位置，不要急。哎，对面跟上来了。到前面等。直接倒车，加一个向后的力，好，一个都没撞到，小丑的。哎，谁还撞我呀？哎，队友第一名了，多亏了我，要不然队友能第一名吗？对不对？对不对？哎呀，反正队友可以啊，开个 A 免费 A 车啊。帮你卡位，帮你卡位！哇哈，老六，我两个 ECU 呢，没地方用了，这里用一个，还有个 ECU， 哎，算了算了，就简简单单拿下第一就行了，全车吧。咱们的，哎，不对。这是什么时候出的车？这个是什么时候？今天晚上一把没开过，来一局呗，你们选一把吧，好吧？毕竟选车排位赛，我不能直接开了，那不合适了。星代迷梦，就这辆车是前两天刚刚出的一辆车，虽然性能一般啊。来，五、四、三，感谢狗哥技术颜值技术主播，感谢老板的爱的指责，感谢意义，感谢老板又送了一个擂鼓助威，感谢老板。谢谢五四三二一，解读感谢老板，这把星空猎手，怎么回事啊？直播间现在都是老玩家了啊！这游戏现在没人玩了吗？新出的车都忘记了，新出的车都没人知道。你看刚开什么恒星的卓越了，神影飞跃，天使之翼，火神金耀之星，这哪一个不是老车啊？又来一个。很早的这个勋章车了，星空猎手成功车啊！再次假装进手，急速控杆，我宁愿跑法兰西都不要。哎，不对，法兰西我进，对面进黄河。没事没事，他对面，那说明对面有机甲了啊！对面有机甲车，肯定才没有进这个赛道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的，没关系啊。来，回来剩6分钟啊。这游戏不是凉了吗？这游戏怎么会凉呢？啊，这游戏怎么会凉呢？咱们直播间现在是155万人啊，这么多人呢、啊，这游戏能凉了？三 A 大作啊，大家都在玩的游戏 ，QQ 飞车手游。来的阿斯地基续费的会员，来的阿斯地基的车身直播。顺侧拉一手冲刺，端空调整一下。追呀！啊！你会发现，你以前的车你拿回来能不能玩吗？也能玩啊，其实对不对？也能玩、啊。老玩家可以回归了。然后每天可以在我直播间学习技术，多好啊！因为只有在技术主播的直播间才能学到真正的技术，来顺侧。
，W 死角不能住，氮气延续，后面慢慢的跟上来了。哎，队友有156的分血，我觉得等一下，等一下队友，等一下队友没队友，要不然他未完成就没了。有没有看一下？可以，第三名我了。这是星空猎手吗？对呀，是吧？很老的车了，很老的车了，选车来。现在图老玩家是啊，你肯定这个图你肯定不知道、啊，这图也是算是新赛道出来没有多久啊。来，5、4、3、2、1，结月影啊，新车的新车老车对比是不是？刚刚我后面那个人那个第二名开的就这个车，所以追得很快，是吧？刚开始拉开那么远的距离给他追上来了。确实性能有差距的，看一下啊，咱们的月影还是可以的，还是月影可以的。雾山粉银，这把雾山粉银、雪山之巅、法兰西这三个机甲赛道，没事。月影加速带 A 车，这个图加速带很多啊，特别是后面那个直线，咱们这个车很快的啊，很快的啊。机甲啊，机甲赛道有一个机甲，一个加上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月影。五个月影，一个机甲，看到没有？清一色的月影，那机甲是个异类啊！看机甲车到底跑第几名啊？看那个机甲车，这个红叶啊，这个机甲车，待会我看他跑第几名。哎呀，我觉得待会他会垫底，行不行？觉得他待会最后一名。这把我就不用那个飞跃跑法了，很容易失误，我就不飞了，要不就稳扎稳打。哎，你失误了，不是我队友，飞一下吧，啊，给对面一点小小的震撼。哎。空奔绕点奔走，侧身拉过来牵引，牵引直接 WC 也不能住。加速继续走，哇哇哇哇，路都看不见了，这特效。观察队友的位置，能完胜吗？啊，没，不能完胜，算了，走吧。拿下啊！拿下，选择。这个车就是因为能在这个加速带上直接放氮气啊，所以比较离谱啊。加速带 A 车啊，其他车办不到，孙悟空可以啊，就孙悟空可以，其他车办不到的。五、哦，孙悟空机甲车嘛，这唯一一辆 A 车可以这样子的，加速带 A 车。感谢，哎呀，感谢意义，感谢老板，又送来一个多喝热水，感谢老板，谢谢。5、4、3、2、1，接着，我刚才是说什么？那个机甲车最后会垫底是不是？这把太白也是新车太白啊，它是不是垫底的？这个红叶是不是垫底的？对不对？不一定嘛，这个图你咱们这个运营快的啊，也挺快的。后面加速的咱们月影直接是起飞的，太白飞剑太白也是个新车啊，但是别买啊，我买是为了咱们直播需要，这个车它就比较一般了，韭菜车啊，咱们说的韭菜车就同样的价格你能买到比较好的车啊，比较毛买到可以买到比较很好好的多的车。假装进一手车间，最后一秒解开，我以为又要空港了，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空港啊？极速寒天城，
不带要开了啊！感谢大家开的会员啊，感谢素心的会员，素心啊！哎，我电脑怎么卡卡的？哎，我直播间怎么卡卡的？哎，我直播间怎么卡卡的？来，侧身起步，侧身，弹射，轻甩，卡气，断空。再轻甩，稳住刹车，轻点调整路线 ，W 四也不能住，断空，延续延续延续，调整过来，再走，队友，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队友呢？看不到，这把没了。没了。但其实今天一五六，今天一五六下还少，这还行啊，今天没多少一五六。全车吧，全车吧，把你们喜欢开的车继续打到在公屏上。这个玩家刚才不是说是我的粉丝吗？娱乐粉丝啊啊！娱乐粉丝，选车继续把你们想开的车打到在公屏上来，五、四、三、二、一，截图选车，巴士，我还宝宝巴士了，哪来的巴士啊？哈，这把上面这个磨完了，点券哪什么巴士啊？哪来的什么巴士？巴士没有巴士啊，哪来的巴士啊？没有啊，上面这个磨完了啊，刚才开过嘛。这车的机器很差，我刚才跟你们说过的，机器很差。怎么回事啊？你们看到，你们看得到吗？你们看，哎，哎耶耶，这哎。直播间下方怎么有个小黄车啊？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是不是那个？这是咱们哎，是不是我手指？哎呀，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主播自用专业电竞游戏指套。哎，这么巧，怎么咱们直播间也有这个？40只加个收纳盒，29.9。哎，这好，都这好东西啊，这东西好，我刚好手上有一盒啊，这收纳盒质量也非常好，里面一共有四袋啊，里面一共有四袋啊，啊，一共有四袋啊，一袋10只，一共40只，哇，好东西啊，有需要可以入手啊。指套为拿什么用啊？指套是你们玩手游的时候，不只是 QQ 飞车手游啊，别的东西也能用啊，防断处，防手汗，保护手指啊。非常的丝滑，还要可以增加这个操作的丝滑的流畅度啊！来，顺车拿过来，看我这个顺车快不快？就是因为带着我们的专业电竞游戏指套，所以才顺车才那么快啊！真的好用的，咱们这不是说赚佣金啊，不是说卖别的商家的产品啊，这是我自己的品牌啊，这全流程都是我去这个联系厂家。咱们自己进货挑的产品啊，指套的材质有非常多，这一款是目前我挑出来比较好用的一款啊。有需要的兄弟们，咱们可以入手啊。没用过的，可能你刚开始不习惯，但是你用过之后，100%你离不开指套的啊，因为确实非常丝滑啊。你们老师，我手指上戴的丝袜，对吧？丝袜的手感是什么手感？那手感肯定很好，对不对？来选车，真的真的，你发现这个都是定制的啊，这旁边还有我抖音号，看到没有？
我抖音号扫码还是关注了，这都是咱们定制的，不是说卖别的商家产品啊，包括我们之前去找厂家挑选品之类的，都是从好多指套材质里面挑出来这一款最好用的，放心啊，放心，绝对好用。来，五、四、三、二、一，解读。下一把啊，这什么白灵啊？什么白灵啊？这车狗都不开。这个车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就是已经是列为这个狗都不开的车里面那个系列了，已经是列为狗都不开的车那个系列一个系列了。哎，你这白灵就白灵吧，画饼吧，这把拿下第一，我觉得得给我个说法，得给我个说法，这把咱们开这个没有技能的 A 车啊，没有技能的 B 车啊，拿下，我觉得得给我个说法。第一下单，好吧，第一下单，反正买的东西你们自己用，不要什么第一送这个礼物那个礼物的啊，第一咱下单，好吧。反正你不亏，东西是好用的东西，你放心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把就这个 B 车，就这个 B 车，这跟大 Q 8差不多了啊，这个跟大 Q 8差不多了。好，好，可以，那来，首先机甲赛道雪山之巅我进了，剩下一个香波岛和疾风剩下个疾风机场机甲赛道了。好，练练千阳可以。只能说提前老板们大气了，老板们大气的。第一下十单，真的吗？真的假的？你要这样子我真的认真了。感谢周扯扯，感谢老板的闪耀星辰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真的认真了啊。十单啊，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啊，好，认真了，这很慢，真的，这车真的很慢，你放心，没那么容易啊，啊，没技能的，这图直线也不少啊，第一名哈雷特快很正常，但是他应该后面稳不住了。我要谁开 ECU 怼我屁股上，别跑我的订单，别跑我的订单，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好，哎，扣六，感谢大家下单啊！咱们装电竞游戏指套，一个收纳盒，哎，加上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一袋里面十只咱们的专业电竞游戏指套。OK， 感谢大家下单，全车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刚刚那位兄弟可以找我领五块钱喽，啊！啊！恭喜你获得五块钱。选车排位赛，继续把你们想看的车打在公屏上。五、
四、三、二、一，什么叫钻起来了啊？雷诺，又是雷诺，怎么又是雷诺？看你们来选吧。感谢意义，感谢老板的黄桃罐头，感谢意义啊，感谢老板，又是雷诺了，还是一样，我的车库七辆雷诺，你们来选。啊，这是最后局选车排位赛了，最后局选车排位赛，好吧，来，一二三四五六，第七辆是机甲雷诺，好吧，第七辆是机甲雷诺，你们来安排，老板，我听你们的安排。听你们的，五、四、三、二、一，结。没结，三、二、一，结。结到了啊，结到了。第五辆，一二三四。第五辆，一二三四。不是，他打了三个五啊，三个五。啊？哦，你差点误会了，第七辆的奥利娜了，这个机甲是唯一一个雷诺机甲，对不对？没有了，开个玩笑，没有。这道具车，好久没有，还有好久没有，咱们回忆一下曾经那个黑暗半小时吧，我们要回忆一下是吧？一定要回忆一下是吧？就前几天嘛，就是前不是前几天上前段时间嘛，前段时间我们是打那个什么，也是在选车排位赛，当时我是跟你们怎么说的啊？不要选道具车的，还是一直给我选道具车，把我逼急了呀！我连续打了整整的三十分钟，半个小时道具赛，每一局都通杀，一骑绝尘，每一局都是，就这种道具车啊！我再让你们不要选了，把我逼急的，我真的就打道具了，好吧？我真的会去打道具的，不是开玩笑的，好吧？不是开玩笑的。呼，小手柄口令下面直播间下面不是写着吗？已经史称 QQ 飞车手游排位历史上的黑暗半小时了，我希望大家悠着点啊。为什么只打了半小时？因为当时没有人敢再进行这个道具排位赛的，没有人敢进游戏，知道吧？所以只打了半小时。不会吧？你是哈雷特啊？啊，你跟我个道具车跑得肩并肩，你好意思吗？不要被我追上了！哎，哥！哎，我去你的！我直接对抗！哎，哥！算了。刚才说这一把是最后局选车排位赛了，啊，最后局选车排位赛，然后从现在开始每一局我开机甲车了，扣扣区。什么母鸡啊，你骂人啊。就是从现在开始每一局我都开机甲了，每一局操作拉满了，最顶尖的操作啊。然后这个你们要追防的可以来带你们一起掉分，好吧，648相册留言板。为什么我说进来掉分呢？对不对？因为咱们直播间这最近的娱乐粉丝太多了，进来都是第五名第六名，这很难赢不了。我看到一个什么没有啊，来，狗头一队，准备起飞，现在才是真的学习技术的时候啊！现在才是真的学习技术的时候啊！下方小黄车，兄弟们有需要的记得入手啊，子弹好用的啊！你们玩游戏会出手汗会断触的话，都可以入手一下，40只不多的，因为指套是这个消耗品，如果你不洗的话，你可能用个几天，你40只你想换就换嘛。
你洗的话可能就用的比较久了，但我正常来说我都懒得洗，用完就丢啊，因为纸套也不贵啊。新款有必要出吗？没必要啊，现在 A 车你同样800块，你买个冰魄不好吗？啊，你买个冰魄不合适吗？买什么新款？今天又疲惫了。你好，大佬，感谢迷雾森林，感谢老板的109个小心心，感谢老板。大佬，月影呢？反正联赛车都在工坊里面，你要记住它的道具，它的道具都是350个道具左右啊，就能给它抽出来了。算多少钱没意义，因为它有时候游戏里面也会送道具嘛，你350减去送的道具，然后剩下道具你算价格就知道了。工坊点券也一样，工坊点券车它价格也一样。就你叫哈雷特啊啊！哎，我队友没了，娱乐粉丝。哎，追了，队友追了啊！相信你，我相信你们。稳住，点飘 ，WCW 住，直线加速拿过来，切你。有没有？这把有没有？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走钢丝。哎，后面来了！哎。拿下，赢了吗？最后一名完成啊！你尾巴车没了，我很抱歉。哇，娱乐粉丝，娱乐粉丝，为什么这么丝滑？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用了下方小黄车同款的主播自用专业电竞游戏纸套。月影不屌吗？月影强啊，月影挺强的。什么谁问我？人家问了我就回答嘛。又是寒天城，我又要火箭起飞了啊！这一次我要飞得又高又远。今天我明天要发那，我今天那个素材我觉得挺牛掰吧，咱们预测一下播放量。今天那一把那个叫什么？那是什么图啊？哎，那个飞天那个什么图？哎，那个图叫什么来着？大佬，就是我开的板车飞天那个，那个、我觉得至少有100万播放量吧。不是亚特，不是亚特，不是，哦，天宫寻梦。那一把飞得可太高，两圈都成功了。我特地练了那个地方，虽然没有第一啊，但是挺牛掰的那个。稳住路，空奔落身。直线加速，我要起飞了，看到没有？刚才背景这个地图的背景已经说了起飞了，我要起飞了。哎，留个主队氮气，来，准备起飞。哎，这么低呀、啊，不够高啊，不够高啊。下一队上。机甲推荐买哪一款？现在不都买哈雷特吗？现在不都买哈雷特吗？你实战你就直接起飞了你。
是吧？非常棒！原级之星，你就是国服记录也被哈雷特破了一大堆了。A 车推荐哪里 ？A 车冰魄了，冰魄还是全能呢？但我更推荐，其实你要说这个游戏啊，车辆的性能是一方面，对不对？就实话说嘛，车辆性能是一方面，你自己主要是自己要练技术。当你有时候练技术，你会手疼。那手疼的话，就可以在下方小黄车下单一单咱们的专业电竞游戏指套，我一直都在自己用的哦。还能防手汗、防断触，这样子你们练图的时候，哎，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提升的技术的。提升技术的这个效率也会更高一些，知道吧？这更高一些。嗯，各位多漂移，多集蓝色氮气，车身车身哟，你看这一面就哈雷特，对吧？起步咱们这如果他这是失误了，要不然就要 花一点时间追的啊，他失误了。留个 ECU， 这样他第一名肯定有压力的。哎，你看是吧？他会一直在想的。我手上留了个 ECU， 他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他这把就很容易失误。撞人啊！还撞人！哎，没事没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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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吧追吧，虽然这把追第一名也输了，但第一名得要啊！我手上还有ECU 啊！不要慌，他肯定要堵我，我觉得他知道我手上还有个冲刺技能，他肯定要堵我。我防换为防换一下，哎，他到底是他要不要堵我吗？你不堵吗？你不堵的话你没了，我还有意思。哎，没用，算了，放你马，哈哈。选车继续，哎，不对，要选择下一把开始啊。哎呀，哎呀，放他一马。哦，怪不得没追上，我刚才指套忘记带了，是我们直播间下方小黄车里面的专业电竞游戏指套，往这一套，这把稳了，这把稳了，忘记带了，奇怪了，刚才脱下来忘记带了。有没有感觉丝滑的连招啊？咱们丝滑连招，哎，感谢香辣蟹，感谢老板的雷鼓助威，感谢香辣蟹啊！丝滑连招啊，大拇指、食指都能带啊，但大多数人是带两个大拇指，也有的人会右手那个食指也带。咱们这个是松紧的，反正就是有弹性的，它可以食指也可以带的。大脚趾你要带也能带，也可以，都可以。或者你有的人玩和平精英，用好多个指头玩也可以啊。我当时我以前玩和平精英，我是七指玩家，屌不屌？我以前还挺强的，真的。但我很久没玩了，以前我是七根手指玩的，现在想想都觉得累。哎，又输了，怎么办？娱乐粉丝，你们天天在我直播里打娱乐主播啊？你这两个娱乐粉丝，我跟你们拼了，拼了，拼了！啊，三个都赚到了，哈哈哈，但没有用。
哎，这波差不多了。咱们每天下播前卖火布，补贴一下咱们的会员福袋。之前咱们会员福袋它有这个，还有八成的，就正常礼物不是五成分成吗？它原来有八成，现在变成六成还是七成的。所以我们现在福袋每天都亏着发。再来一局吧，再来一局吧。上厕所为什么不洗手？为什么不洗手？什么意思？因为我手上带了专业电击。再来一局吧，再来一局吧。下一队，下一队。少发点。会员福袋就一直都十个人嘛，我看一下今天咱们会员收入多少。我们一天抽十个人，一人一百块。今天看一下，哦，今天会员今天还没更新，昨天就有了。这是17号的，一天咱们收入531，发1000，是不是？这不是稳亏的。这把打完六了，提前完了，好吧，提前完了，代表晚安岛在一共平等。那我这把用把哈利特吧，用把哈利特吧，好吧，先到这里了。晚，提前晚安了，提前晚安了。小说对啊，小说没赚钱啊。纸套一单挣不了多少。主要是小手柄，咱们游戏主播主要是小手柄挣钱嘛，都一样嘛。但没大主播那么恐怖啊，人家一天晚上，哇，很羡慕。收技术主播第一个就是你，真的假的？真的吗？甩尾，怎么回事？又156，我要动手了。哎，反向一，啊，对不起呀、啊，刹车，怎么那反向一了，队友还没跟上来？好像能跟上来，还有点距离啊，剩一个直线的距离。刹车，哇，会躲，还会躲呀。没了。好了，今天先到这里了，好吧。不打了，打不动了。我还去挑素材剪视频去了。没事，要来玩都可以啊，掉分就掉分嘛，来吧。最后介绍一下，咱们下把小玩车游戏纸套手游都可以用，不只是咱们飞车啊。一个收纳盒，加上四袋咱们的主播同款的纸套啊，好吧，有需要咱们可以入手呀、啊。一共是40只，一袋10只，好吧，不是咱们这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啊，这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全程咱们是自己联系厂家进货的啊。完了。感谢榜一、榜二、榜三、榜四、榜五、榜六、榜七、榜八、90、11、12、13、14、15、16、17、18、19、20。啊，咱们房管也辛苦了，感谢支持，感谢大家陪伴。今天晚上162万点赞啊！好了，先到这里了。
我下播之后你们要下单，你可以到主页橱窗里面下单啊，都可以的啊。好吧，明天晚上8点半左右准时直播，发什么礼物下播？我要那个梦幻城堡，好吧，梦幻城堡下播，可以吧？今天就坐在这里了，聊会天吧。看不到梦幻城堡我就不下了，好吧？怎么样？聊会天，坐这里聊会天，啊，好吧？梦幻城堡的特游戏那个礼物特性很好看的。哎，卡住了！哎，卡，这礼物怎么卡住了？啊啊，可以了啊！喂，感谢啊，谢啊，谢谢啊。